人好事安咪。安咪啦，咁啊，今晚主题系乜嘢啊？主题问一问啊 ，Bill 啊。今晚主题咧就系如何改善身心及招来贵人。咁深奥？系啊，真系好深。我昨晚我掟俾你嘅個主題，我諗一諗咧，點解會諗呢個主題呢？因為衝擊太多啊！而家喺外國咧，嗰啲疫情咧，好多國家咧，砰砰聲。你哋睇到啲數據啊？我講亞洲先，其他南美洲啊嗰啲咧，我冇數據。但我亞洲咧，我透過一啲渠道，佢哋公布嘅數據咧。是幾倍的，即是他有1000人中招，你預他起碼兩三倍以上，是以上啊，是這麼大鑊。但好了，有一件事呢就很幸運的，死亡率呢很低，但中招呢很快，你可以一家人出屋企呢全部中了曬招。還有一樣是最撚麻撚煩的，所有呢些人中招咧係打撚曬針嘅，打撚過曬兩次嘅。咁撚畸形啊！但係咧死亡率係好低好多，但中招好快。仲有一樣咧麻撚煩啦。以前咧，佢哋係話呢個病毒咧係停留三幾日嘅啫，大家係停留18日，長咗好撚多日，咁撚硬皮嗰只嘢，越搞越硬皮，越搞咧就越變身，但佢殺傷力咧冇以前咁撚犀利，咁我想整整下咧變咗另類嘅感冒。斷唔到味，好啦！如果你話你要全世界啲國家清零先至通關咧，咁你誒個世界經濟就撲街啦。下世紀未搞得掂？未搞得掂，好啦！呢個危機，第二個危機咧，點解要講話呢個主題面對心心點樣要有貴人咧？如果你去揾到第二度移民，你冇貴人做乞衣嘅喎，你單打獨鬥。因為而家好多人移民啊嘛，我今晚特別講咧，為香港人而講嘅，其他國家咧，邊度理撚得到啊？理撚掂自己都不容易啦。咁香港好多人搞移民搞成，喺我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佢哋驚，咁你唔可以阻止人驚嘛。而家香港變咗得個驚字，市民驚，普通人驚，失冇嘢做。裁員啲就更加驚啦，又要供樓會又要食。而家全個香港氣氛咧，就學撚咗中國內地嗰啲領導一撚樣啦，攞咗個驚字翻嚟用，大家鬥驚。你睇100周年黨慶就知啦，未見過世界上國家咧慶祝啲大型慶典咧，好似打仗咁撚樣嘅，出軍隊係咪啊？咁咪驚咯！咁呢個驚字咧就嚟到香港啦。但我哋中國呢個驚字咧係困擾咗幾千年嘅，由秦始皇開始，之前都係驚。所以驚咧就先起條長城啊嘛。條長城嘅最大嘅意義咧就話俾你聽，驚。跟住落到嚟南方好多樓好多屋。因為喺北方好多遊牧民族咧就冇就穿曬嘅，但南方啲四季如春安樂耕下田啊幾畝田啊咁過咧起啲屋咧過有幾個圍牆，又係驚四合院又係驚圍撚住曬噶嘛，係困擾咗中華民族幾千年嘅呢個驚字。好啦，而家嚟到香港。又有個驚字咯喎，驚咩？咁而家你今日呢幾日睇新聞，咪驚有恐怖分子咯？嚇！嗯，係政府帶頭驚喎，大佬。咁你政府講話，日日喺新聞報導，
國家安全要灌輸多啲安全嘅教育，咁就你唔安全啊嘛，咁咪驚。國家好唔安全。咁我你面對一個咁恐懼、咁驚嘅社會，你咪要點樣去面對你？用你個身心去面點樣個心靈咧去面對？身體我驚住中招啦，嗰啲病毒；心靈咧就驚緊住抵觸國法啦。因為佢仲有一招咧，係好古怪噶嘛，叫我哋香港人大家鬥篤背脊噶嘛，咁你驚唔驚？所以好多校長辭職噶，好多教師辭職噶，係啊，公務員都辭職啦。屌你！我同你食撚過餐飯，飲過茶，表達過啲對政府不滿嘅嘢，你一篤背脊咪打撚我。最慘有啲人。一督親你唔會話督少啲噶嘛，雞毛家將噶嘛，咁你咪等一個，啱嘛？我面對啲咁嘅氣氛，咁我哋咧，我梗唔驚啦，我直情冇撚，即係我想驚都冇撚得驚，知唔知啊？一未驚過。唔係啊，冇條件驚啊！你話我唔撚愛國咧？你又揾啲人出嚟比較，睇下邊一個愛國。你是但整個啲咁嘅工聯會啊頭啊，民建聯啊頭啊，啲愛國分子啊，睇下邊個愛國。你話根正苗紅嘅，我讀共產黨學校畢業嘅，喺香港。咁係，咁你咁我驚咩咧？我梗唔驚啦，啱嘛？但啲人話唔係喎，你成日屌柒共產黨，屌啲共產黨馬不倒噶，我唔係屌共產黨，我就係屌啲低級幹部，害鳩個黨嗰啲幹部，貪污腐敗嘅幹部，連貪污揾笨柒都唔撚識嘅幹部，偷食唔撚識抹嘴嘅幹部，知唔知啊？唔撚心足嘅幹部，屌乜你溝女人你又溝幾個夠啦？一年換幾個好唔好啊？喂，老母要儲埋百幾個嘛，你咪抵屌啊！賺油啊！都認清楚啦嘛！你好撚戇鳩啊嘛！呢啲仲唔撚鬧得啊？佢違撚反咗國法黨規啦！咁你中央屌得唔夠力啊嘛，咪我幫你屌下咯，係咪先？哇！所以今晚咧就用呢個主題，但係點解要搞撚到咁撚樣咧？就要講少少比較題目大少少嘅。呢、這個唔係就係中國嘅問題，美國佬又驚喎，俄羅斯又驚喎，佢老母全世界而家得個驚字，唔撚驚使撚整撚多架撐啊！人類都驚，知唔知啊？越整越多啊！而家屌你啊！核彈頭，個個加軍備、加軍費，係點解要加就係驚嘛？中國話要有人喺報紙賣出嚟，叫國家咧做夠一千個核彈頭添，又係驚嘛？嗰啲冇撚計噶，啲人驚。咁點解會搞撚到驚咧？就話你做撚錯嘢先至會驚啫。如果你唔錯，點會驚？即係成個地球咧，有歷史以來嘅人類咧都係錯緊嘅，但啲人唔肯相信我。今日我打咗個電話去一個國家，有個人咧報名讀時空識班嘅。咁啊，傾起少少喎咧，我好少講到呢啲咁大原則嘅。我睇而家世界咁混亂咧，就人類咧一出世咧就錯咗嘅，無業不落娑婆啊嘛！一落嚟呢個六道輪迴已經係錯撚咗，係啊，一路不停輪轉生老病死，你已經係錯咗。咁撚多遊戲你唔玩，你落嚟呢個娑婆世界，呢個堪忍世界啊嘛！
缺陷的世界嘛。好啦，你嚟到一個缺陷世界、唔完整的世界，你真係追求完整，咁你實撲街噶。所以喺《心經》度，我哋舉翻嚟咧，大家都聽過《心經》咧，就要講啦。點解叫你遠離顛倒夢想呢？就你喺個世界咧，就顛倒夢想，你乜撚都當真嘅。要舉一個例呢度嚇，當你喺英國出世，三歲咧就俾人封你做神童啦，三歲，一歲識講嘢，三歲俾人封你做神童。哇！十幾歲咧就讀博士學位，全英國最撚叻嘅，廿幾歲做教授，詩詞歌賦、音樂藝術、美術，哇！朗朗上口，數學天才，好撚威啦啩，威過威士忌啦，三十幾歲就屌你入去做議員啦，仲撚威，世界有名啦。有朝一日被人劫撚咗你相機，佢撚咗阿富汗一落機，你當堂乜撚都唔係啊！一過海關，你咩講乜撚嘢㗎？你講咩？雞同鴨講啊！你係印度北部海關入口，你就仲撲街；你喺南印度入口咧，你又係撲街；東入口又係撲街，西入口又係撲街，全部唔撚同話嘅。我屌你！你幾一千個博士學位都冇撚用啊，收工啊！嚇！你所學嘅知識完全冇撚用。一嚟在一個錯誤的地方，如果你學那些是對的，就沒有理由會失效的嘛，會立刻不靈的。你的東西如果學回來是對的，怎麼會用不到呢？是隨時在某一個時空你當堂做乞衣的。就算現在你在香港，你買一間屋在新界住，剛剛那條客家村來的，一個姓而已，屌你入去，你唔識侯強都做乞衣啊！隔離左右唔係啊，侯強同你打個招呼，你諗下全部講啊，自己顧自己啊，圍頭話，你一暈撚咗喺度啊，係嘛？係冇效噶！你屌你，你乜撚嘢教授，乜撚嘢專家，乜柒嘢 title， 乜撚嘢完全冇效，因為你係錯誤嘅人。做了錯，學了一些錯誤的事，當你自己對。等於現在你為何舉這個例子呢？就說在香港回歸之後，有一群懵懶，我們叫懵懶，兼戇鳩兼笨柒，三樣東西都齊了的人，李柱銘之流啊，陳日君之流啊，李卓人之流，這些樣子啊，點你們真的屌你老母做民主鬥士。他自己以為啱喎，佢都冇撚撚過，換撚咗裝咪而家大佬，明唔明啊？扯五星旗啊！換一裝你都唔撚知，你老母仲真係嘈喧巴閉，左搞右搞。我哋第一日開咪我已經咁樣講噶，我留香港唔係鬥爭城市嚟嘅。冇呢種土壤去鬥爭嘅，唔係政治嘅城市嚟嘅，個個係揾食，望安居樂業嘅啫。屌你阿妹，而家咪俾啲人搞死！你一搞只老虎，引鳩你喺江澤民時代，一江澤民大哥咧，換星大發財，學撚住啲爪牙，唔撚準喺香港指手畫腳，大家知道啦。香港事務不准插嘴，是吧？是吧？發大財，換星發大財算了數，賺錢就行了。到胡錦濤上場，
一樣承接江澤民嗰個理念，因為嗰時中國真係啱啱起飛嘛，又入世貿又成咁又揾到錢，大家就忙香港翻人翻去又揾到錢，大家都 happy 嘅。最好世界嗰個年代係老江同埋胡錦濤嘅年代，啱唔啱啊？九十年代一路起飛，我哋經過九七後創傷咁撚大衝擊，都係砰砰聲砰門噶嘛。幾多負資產啊？2003年俾兩懵懵搞搞啱啊，都仲可以還到完嘅。就係咧，俾你個自由社會，中央政府又俾你放手搞，所以曾蔭權咧係有功勞。曾蔭權翻翻身啫嘛，嗰啲負資產。我哋講事實，亦都要講歷史，係嘛？好啦，咁啊叫你班友咧整個政改出嚟。起鬧，待住先。咁你就咁嘅民鼠政棍，屌你老母閪冇代啊嘛！記唔記得啊？我哋唔好撚冤枉人啦。事實咪叫你待住先，起鬧。屌你老母扮大哥，鳩頂鐵臂，分庭抗禮，咁咪死撚咗咯。係咁樣死撚咗㗎，香港你都唔知進退，敬酒唔撚飲啊，飲罰酒。你係當共產黨冇到喎，所以而家喺內邊內地啲人咧，即係飲你班唔啱飲香港豬咧，好撚耐㗎啦，飲屎飲尿咁飲你班撚樣啊！嚇，而家忍無可忍啊！屌你咪乘機喐柒你咯！我揾咗梁別些到八九做殺手咯，咁砌佢哋咩好啊？最撚嗰個民族大義，梗係砌你諗好搞獨立噶啦，有咩好得過啫？我話有人想搞港獨，咁咧幾撚好啊？呢個幾撚用啊？用撚到今日都仲用喎！搞完藏獨啊，新疆獨啊，又到，打民族主義旗號，咁咪抵撚死啊！咁咪因為好多人佢唔知道咧，你由出世嗰一刻咧，你已經錯嘅，即係話再推遠啲咧，你由入胎嗰刻你都係錯。咁撚多父母嘅窿你唔撚揀，你揀嗰檔父母係咪？你已經冇權去選擇啦嘛！錯撚緊啦，係咪啊？跌咗落嚟啫，亂插咁爬，爬得快世界咁，爬撚到出世啊！幾千粒精子，你老母爬第一，啊咁都爬撚咗佢出嚟咁戇鳩鳩，錯爬撚錯咗，屌你係咪？爬一隻。人類真係錯㗎，係一個錯誤世界嚟嘅，錯到離撚曬譜嘅。如果你知道冇撚益㗎，唔係我講㗎。有個美國好聞名嘅大科學家，我唔記得咩名啊，真係喺視頻都有講過。即係話有人類個世界咧，你由頭到尾咧，你眼見嘅嘢乜撚嘢全部都錯嘅，乜撚都錯。咁佢呢個理論咧，就唔係佢帶頭講嘅，係佛祖講嘅。如夢幻泡影嘛，咪錯先。你嘅生命咧就係幻變出嚟嘅，叫大千世界。喺道家咧叫你借假修真，即係你既然間呢個世界假啦，咁你又做撚咗錯誤嘅嘢落撚咗嚟，好似我哋又係錯嚟撚咗呢個世界出世。但好在我哋咧有 Buddha 嘅學問提撚醒我，有道家嘅思想話呢個錯嘅喎。錯嘅點咧？你行撚翻轉頭啊嘛，出頭撚咗胎，出撚咗世啦。屌你仲撚大撚我，我哋出世屌讀得六年書，點樣幫人競爭啊？用咩力幫人競爭先？我學一種技能，咁我哋僆仔咪學整車咯，有種技能。跟住再有啲老人家指點，
教我哋睇通性，學做人之道，啊，憐憫屬過真講言文嘛，好憐屬噶，我哋真講言文。運女又金成鐵，時來又鐵變金啦。好啦，跟住你佢強調咗一個誠信，就係個誠信就有貴人啦。所以教大家咧，你想有貴人一定要誠信。原來誠信係天生俾我哋嘅本錢喎。守時就係信用嚟噶嘛，係人類先識守時啊嘛。你唔通你翻屋企約只狗，聽日幾點見面啦？點樣約啊？雀仔都得，嗰啲飛鴿啊，飛鴿傳書佢又信用嘅咧，啲雀仔、燕子都得，但你控制佢唔到嘛？你唔可以話俾只燕子知你聽日5:00來見我啦。所以咧，原來咧人咧最大本錢咧就係你一種技能係謀生嘅。因為你老豆你錯誤咗佢一個家庭咧，冇餘蕴俾你，冇祖業俾你，但有啲祖業又慘喎，會冇命喎，爭家產啊嘛，爭到七彩啊嘛啲啱啱。如果落緊咗皇室咧，仲慘喎，命都冇撚埋喎，爭錯個皇位，所以人生好撚多得失嘅。咁我哋咧落咗普通家庭，咁我哋咪我係有種技能，我整車。但最好咧就係啱啱香港咧和平啦，戰爭完咗都唔使顛沛流離要走難啦。我哋出世之後就和平啦，跟住一年半載。我整車之後，跟住我有個長者呢、這個大貴人啦。僆仔有義氣，保持誠信，你唔陰冇得撈嘅，唔好諗窮富嗰兩個字。香港係沙塵地，三間窮四間富嘅，有能力嘅盡量幫人就得噶啦。你幫撚咗佢唔撚記，你唔使去記嘅。你幫十個人，有一個記撚得你，你都發達噶啦，知唔知啊？冇嘅得記嘅算撚數，你幫咗人算數。咁我哋幾句説話啫，唔使讀咁撚多大道理喎，唔使講咁撚多咩哲學咩成，好似香港電台班鳩噏咁，屌你老母又咩哲學咩成，阿里士多德、尼采、笛卡爾，屌你老母咩講咁撚多嘢，搞掂佢誠信你有貴人，學識咩唔肯笨柒咧你有貴人，即係睇得諗啊，知唔知？因為啲有錢佬咧就好撚中意貪便宜啊！請個夥計翻嚟話朝九晚咧，最好你老母做到七八點，啱唔啱？係咪啊？咁你照做，你早啲走咪走去洗錢，戇鳩鳩。所以今晚好強調咧，就話你。的心靈呢就不要後悔你的出身，不要後悔你，因為你是錯誤的，不是你控制，你要到哪個地區出世，你的家人那個是你的命運之一，是你的命來的，不是你控制。好，到你想遇貴人遇成呢，行不行運呢就你可以控制了，你不要破壞了上帝給你的本錢、誠信和勤力，同埋要自己有技能，啲技能咧要學日本仔精神，真係要精益求精，盡善盡美。我今日貼咗個天地國親師嘅圖騰出嚟啦，我自己改好多次嘅，俾大家睇下，同我鋪翻上去啦，阿天王，鋪翻上去，鋪翻上去，呢個唔得，得噶啦，一陣你鋪喺上邊俾啲人睇。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工作，我哋譯咗好靚嘅英文咧，喺美國、加拿大咧推廣，我就要嚟信仰文化嘅改革喺西方世界帶頭，中國地方咧就用呢一個天地國親師，心好事成，
心好事成咧，係乾隆皇帝嘅手筆嚟嘅。其他嗰啲咧，誠信招財，就剛才所講啦，你誠信咧就會惹到財富嚟嘅。謙厚立福，你謙虛，有孝道，有孝道即係感恩啦。咁你就有福氣嘅，先再到啲福氣。科學興家，迷信啊毀業呢個重要啦。因為中國幾千年來咧都係迷信嘅，迷信科學都係迷信嘅喎，迷信權威都係迷信嘅喎。我話邊個講嘅嘛，咁你當係啱撚曬，你都死喎。求其打單官司啊，邊個律師講你又做黑衣喎？你都冇 search 過究竟佢係唔係打撚慣呢啲 case 啊嘛？啱唔啱？佢打撚開民事咧，你咁求幾個律師，你又叫佢打 criminal， 輸撚死你先奇啊！科學興家嘅科學咧，唔係叫你求其有科學咧就掂嘅，你一定要唔好迷信，要夠膽挑戰權威，夠膽挑戰傳統。冇人學我哋咁撚串嘅《燒易經》，攞翻成套《大藏經》送翻中國，話鳩中國唐三藏冇撚錯經，夠串未？顛撚覆成個歷史噶，咁呢個係咪事實先？係事實，點解唔能夠膽顛覆啫？嗱，呢啲我哋正式共產黨嘅精神啊，革命啊嘛，錯撚咗都唔革命。所以我哋支持毛澤東噶，有一部分毛澤東嘅嘢，你冇所謂三七開噶，鄧小平都冇錯噶，佢係做啱咗噶。只不過我哋遲出世咗幾十年，當然我早出世幾十年咧，首先打撚咗靶。但如果我有佛學嘅修為咧，一定唔撚會打靶。我梗係唔會公開撐佢啦，我梗係私底下。喂，主席，咁樣講著數啲喎。你望嗰件事成啫嘛，你嘅俾意見係引導佢講到我自己認為嘅意見，就等佢公佈啦。我班國家做工作都係咁噶，永遠冇話俾佢意見叫個黨部點樣做。食飯傾閒偈，啊，同隻老鬼，啊，嗰度會唔會咁樣講少少嘅啫？等佢哋搭嘴諗。想想下咧，佢誒唔係㗎，咁樣都應該定啊！我哋講得好啊，做得到嘅。誒、哎，你諗到做啦，我電錢翻嚟支持你搞個試點先，幾撚開心啊！佢成圍台點樣讚佢話佢諗到喎、啊，係咪啊？係好技巧㗎，搞政治。佢一拍板搞個試點。佢瞓身幫你嘛，屌係佢諗啊，屌你諗唔衰得噶大佬，調撚動兵馬，啱唔啱啊？乜撚嘢電視台啊，咩報紙啊，咩成啊，屌你係咪？嚟幫你，因為佢講出嚟嘅意見嘛，佢又唔使同財政部撥錢嘛，我磅水啊嘛，做試點，咁點唔做啊？咁點衰得啫？係嘛？嗱，呢嘢出嚟。搞政治的技巧，就咪學你啲咁嘅濕鳩地算命之流，屌你啊！冇喺大羅大虎整套嘢，人點樣做點樣做，係嘛？咁你揸莊嘅佢講民主啊，啲理論啊，你大家睇下嗰個覺醒年代啊，叻撚過你啊，陳獨秀、李大超嗰班友啱嘛？你睇翻《解放日報》啊，《新華報》啊。講民主理論啊！你邊度夠共產黨講啊？屌你曬倫理，屌你係咪搞笑？你就算拉越南嘅胡志明啊，講嘅民主理論都叻撚過你而家李全明呢班咁嘅陳六啊！佢哋日講夜講啊嘛，靠嗰樣嘢講翻嚟噶嘛，當年你要講民主科學，屌你都多撚餘嘅，係嘛？小巫見大巫啊！幾撚好聽啊！講撚到，所以大家唔好浪費嗰個生命同光陰，好緊要嘅誠信，呢個係好重要。
你嘅本錢啊嘛，你冇撚咗，咁點搞啫？你冇力啊嘛，冇人幫你啊嘛。你做撚曬獨角戲啊，走個舞台嗰度做棟篤笑啊！棟篤笑都有人同你報警啊，有人同你買飛啊，大佬啱唔啱？所以咧就大家唔好撚自己作大。而家僆仔唔係啊嘛，教育徹底失敗啊嘛，社會教育失敗，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回歸後更加失敗。前兩日拉個僆仔，話佢整咗土製炸彈，屌你有冇十五歲？我睇新聞就十七歲、十九歲，搞乜撚嘢啊？呢啲係回歸後出世嘅僆仔嚟噶嘛，證明你父母冇撚識教細路仔，學校冇教好細路仔。社會冇做撚到工作，特別嗰啲咁嘅土共啊、左派機構啊，你攞國家咁撚多維穩費，支咁撚多錢，你民政局搞咩青少年活動金？你搞乜撚嘢先？究竟你話咗你搞個乜撚嘢先？你班撚樣嗱又屌人啦，係咪抵屌啊？呢班友攞撚多經費㗎，搞青少年教育，而家屌你老母搞土製菠蘿，又屌你老母啲咁嘅九十後出世。九七後出世嘅大佬，咁你搞乜撚嘢啊？你民政局長，你有冇啲何志平之流啊？嗰、那個胡江咩咩胡江華胡乜撚嘢話？劉江華之流咁閪人啊！嗱，新呢屆未知啊，而家啲徐英偉啲咁嘅閪人未撚知啊，未撚屌得佢字啊！之後你屆屆啲局長冇撚做撚好工作，教育署又冇撚做撚好工作，你搞乜撚嘢？淨係教練口講啊，學升國旗，學唱國歌。咁國嗌口號愛國啦，咁屌你老母啦！如果咁樣樣識愛國就好啦，轉頭屌柒你嘅班僆仔，即係強迫佢仔唱國歌嘛，強迫佢仔行升旗禮嘛，佢覺得討撚厭啊！你都唔撚知嗰個青少年嘅心理行為，係咁撚簡單咋？你嗰個揀幾首中國嘅歌，一首歌唱祖國，一首國歌，一首咧其他啲歌。嗱，搞一個咧比賽，就加多兩首落去嘅。你啊，呢幾首歌咧自己品評，邊首歌唱得紅壯，邊首歌好聽。等佢接受咗，你入咗腦先，做啲 Apps 喺手機度，你明唔明啊？入圍獎咧都有人有個手機送。你送多小米俾佢唔使死噶嘛？小米咁撚平，優勝獎嘅有蘋果送，係嘛？送我十三添啊！就出嗰啲啊，咁啊幾撚多人走去玩啊！啲僆仔係嘛？另外咧又有啲俾你啲打機嘅當分嗰啲卡送，免費打機嘅，啱嘛？點數卡？佢正常咧可以要俾錢買噶嘛，啱唔啱啊？咁咪好撚多人走去參加比賽，唔係叫唱歌喎，叫品評啲國歌啊、大陸啲歌啊，有一兩首俄羅斯嘅莫斯科在交嗰啲晚上啊，嗱有幾首你揀啲出嚟品評啦。咁啊搞緊掂嘅咯喎，佢要入緊咗路先啊嘛，係佢自動去參加噶嘛，都冇人做。現在啲資訊咁撚發達啦，啲互聯網啲手機，啊，我哋搞個電影比賽都有人嚟投稿啦。印度電影比賽，我都攀登咗撚多獎啦，啱唔啱啊？冇啊！全部啲就係香港啲殘官咧，就屌你冇失職嘅，個資幾十萬，所以炒撚咗啲政務司係啱嘅，啲局長喺度 hea 噶嘛。鬥一個比一個氣啊！唔方唔揾無謂。中聯辦啲友落嚟睇檔啫嘛，疊撚埋心水去搞政治鬥爭咯。中聯辦，港澳辦又係。佢嘅存在價值。係嘛？睇撚住曬，屌你咁鬼，全部又要聽黨講、跟黨走嗰啲，搞呢啲衰嘢咯。正正式職務係落實去做嗰個心理行為學嘅工作。冇用個心去做社會工作，所以係一個好撚可憐嘅社會。好啦，去撚到而家咁撚大壓力，唔使用啦呢個。咁啊，你點樣面對咧？
失意又咁高，但係有一個現象好奇怪喎。根據慣例咧，個經濟唔好咧，樓價要跌噶嘛。但反而升喎。而家全世界經濟唔肯好喎，我屌你，有咩全世界啲樓升啊？知唔知啊？點解咁奇怪咧？好啦，另外咧，全世界物價升喎，但係樓咧就大陸跌嘅，內地。但內地的物價升到撲街喎，所以而家咧喺內地做工廠的工廠老細咧撲街啦，你知，個個要加人工，因為啲嘢太貴。但其他世界都係啊，嗰啲樓價升喎，屌你乜經濟全部唔撚好啦，停撚頓殺啦，全世界點解會升咧？邊個經濟學者講過？啊？咁撚反常喎！我啊講少少俾大家知，真係好撚少人講。我唔知啲人特登唔撚講咯，因為唔撚知，或者佢冇做調查工作。國內啲物價升得咁犀利咧，啲人工要升咧，佢成本好撚重而家。重喺邊度咧？原本萬幾蚊一個費嘅一個貨櫃，屌你媽佢要六七萬蚊一個貨櫃運費，冇海員啊，招唔到海員啊，知唔知啊？咁撚邪啊！冇海員喎，屌你個，封撚曬關仲招啊嘛！你明白我意思啊？咁運費咪貴咯？佢六七倍啊！咁你咁撚貴運費，變咗你做生意成本咪好撚貴咯，會死噶。好啦，你話啲樓，因為啲人咧，特別香港好撚多年輕人又剩咧，佢打份工萬零蚊，佢啊都照做住先，但佢同屋企攞咧，個個撳手機。炒 Bitcoin， 炒股票，炒乜炒物，係有班人賺到錢嘅喎。譬如你早幾年前開始買美股，買美國股票，你係過賺緊咗錢啦。半年前。啊？半年前都賺錢啦，唔使講一年。所以啲樓唔跌啊，有人賺到錢啊嘛。因為佢喺市場賺嘅錢多撚過份人工嘅。咁點解佢又要做份工咧？因為佢而家嗰啲人咧都幾識計數噶。我唔做完份工咧，我將來真係嗰度冇嘢炒嘅話咧，我再第度見工或者再有獵頭公司揾我咧，你冇撚咗個 CV 啊嘛，斷纜啊嘛。你喺個履歷嗰度啊，即係佢冇停咗，不嬲都有做嘢嘅。即係等於我哋保持成日都納啲税嘅。有張税單喺度噶嘛，我都納得好少一件事啊。咁我都有正當職業啊嘛，有納税俾政府喎，大佬，明唔明白我意思啊？我哋都教到要納啲税噶嘛，同埋你納税係應該咁納啲咯，賺錢係咪？當日我喺海外賺嘅錢唔關香港事，我梗係唔納啦。有專業嘅稅務專家同會計師幫我處理啦。所以大家咧要保持唔撚使驚失業嘅。我嗰日打開《東方報》，因冇咗蘋果啦，我啊轉咗睇《東方》啦，一都要睇一啲新聞啊。揾《東方》嗰個口調咧就同蘋果係唔同嘅，咁我咪睇《東方》當睇蘋果咯，係嘛？啊，你調轉去睇啫嘛，世界冇所謂噶，人啊生噶嘛，但我都要睇啲新聞啊嘛。咁佢《東方》有啲嘢寫得啱噶。佢又冇錯得曬㗎，佢屌柒你嗰啲咁嘅嗰啲友咧，你嗰啲成年人教啲僆仔走去整炸彈啊，整啲咁嘅組織咧，啲係底調㗎，啱唔啱先？你唔可以害啲後生㗎嘛，係嘛？你嗰啲搞啲咁嘅衝擊社會嘅行動，做乜撚嘢啫？冇撚益㗎，真係冇撚益。所以佢個社會咧，啲人喺度市場揾到錢咧。佢咪買啲樓咯，就賣咗間舊嘅，啲舊又升咗水喎，
連居屋都買到900多萬。早幾年我就跟細佬買了一間居屋，在東咩東咩苑啊？上邊灣。嚇？上邊灣。嚇？東陶苑啊。喺李景灣嗰邊。東陶苑。原來升得好撚犀利啊！100多萬買，而家賣900多啊！屌你，你又唔買啊？大撚鑊！屌你，唔係笑撚死。喺東陸苑係啊！屌你，變咗900多萬。實用600多呎，他們劃一的呎數來的，你說是不是很古怪？但他們都是便宜的。現在 你那個今天看說新世界有要推倒了再起的大圍那個柏豪苑，40000多呎啊，40000多元呎啊，大哥怎麼樣買啊？40000多元呎啊，賣曬咩？咁好世界啊！啊！我屌你乜？我啲九龍塘咪天價，所以我又成日唔撚賣字就有理由噶嘛，係嘛？越擺越貴，第一就係啲人喺市場揾到錢，第二咧銀紙係貶緊咗值，美國佬猛鳩咁印銀紙啊嘛，啲銀紙咪貶值咯。美國佬又帶頭印，其他國家又跟住印，印得快好世界，啱啱又有國印，咁你銀紙咪貶值咯。所以啲樓價升嘅，好啊！但呢一陣咁樣升法咧，咁啊唔會話不停升落去噶嘛。你加上你嘅台海風雲、南海嘅風雲、中印嘅衝突。無撚端端阿叉屌你有冇集200000大軍？都唔係無端端㗎，教撚埋暖氣啊！我俾佢出撚住阿叉，即係話屌你老母同你鬥撐，佢嗰度好撚凍啊嘛！佢一掘撚咗啲戰壕啊、啲山洞啊嗰啲咧，喺山入邊夾埋暖氣都算巴撚閉啊！得阿叉，嚇，同你打消耗戰喎，搏撚住喺度佢唔喐，咁你咁你咪要？咁啊，中國大陸嘅又要派翻20000軍扎喺度應緊付佢，撚使食啊，撚使軍費啊，係嘛？好撚犀利啊！阿叉嗰啲佢哋，但我哋咧喺第三者睇咧，係好撚吊鬼嘅。阿叉背後嘅大佬咧就係俄羅斯。咁你俄羅斯咧就同中國而家話兄弟噶嘛，好就兄弟啊，唔好啊契弟係嘛？我屌你，我哋都冇叫阿叉搞嗰度，阿叉喺度搞嘢。好啦，但係阿叉咧又食兩家茶禮喎，又同美國佬咧就屌你咁眉來眼去有嘢搞嘅喎，喺阿叉入邊整個應承佢整個工業區喎，大經濟區喎，美國佬撐佢啱嘛？乜俄羅斯咧又容許阿叉咁樣搞嘅喎，咁係咪好撚吊鬼啊？搞軍事啫，俄羅斯嚇賣軍火，佢唔止係搞軍事，佢搞軍工廠啊！喺印度，喺印度做好多嗰啲軍火咧，係燒去世界近啊嘛，變咗運費，印度人工啊平啊嘛。因為你俄羅斯咧，你一年嗰個季候咧要停產嘅，佢喺印度呢邊咧可以24小時都做得，全年都做得。個市場好大噶，由印度燒去中東啊，燒去中亞周圍，係嘛？俄羅斯計嗰條數冇死出嚟，而家佢又飆入去老窩啊！俄羅斯同老窩又係商量，又搞一啲嘢。我點解佢搞咁多據點咧？佢曬我哋中國邊境嘅隔離左右。咁究竟俄佬諗乜撚嘢咧？呢啲留翻俾啲高人去諗啦。我哋都未叫高人，我哋叫中人啦，即係比普通嘅老百姓咧多一層嘅知識。我話印度伏喺度，消耗你嘅資源，消耗你資源。牙仔咧跳出嚟喎！哦，台灣係我哋嘅兄弟，
唔係 friend 啊，係兄弟。一講到話兄弟咧，就要攬佢噶咯喎，有時講到明㗎，啱嘛？梗係啦。仲開撚埋名台灣一個國家，一個民主嘅國家。日本真係唔會無端端跳出嚟講呢啲嘢㗎。咁啊，梗係牛仔大哥啦。牛仔大哥最撚叻打啲代理人戰爭㗎嘛。知唔知啊？咁啊，南海咧，個撚個喺度仆撚曬喺度噶嘛。好啦，跟撚住咧，最撚大撚鑊。點解我哋話咧會有危險咧？個經濟炒到咁貴，啲樓啲成咧，啲人個失業率咁高咧，就驚呢啲啦。驚個戰事咧會逼到咁靈，特別你中國嘅經濟咧無撚端端咧，只係得撚在歐洲，本來冇嘢噶。個歐洲中國嘅貿易協議咧傾得好曬噶嘛，等歐洲議會過啫嘛。係啊，窮撚。好啦，因為中國共產黨下邊班戇鳩。低 B 幹部，特別外交部與楊潔篪呢個閪人，同埋王毅呢個撚樣帶頭，佢哋兩個揸莊啊，當嘢。佢用佢嘅思維，當人哋外國啲議會咧，等於你中國嘅人大代表一撚樣。我只要搞撚你個政府咧就得噶啦，屌你嗰啲民間組織咧，當佢老母冇到啦咁。他就與為人哋啲議會啊，就同你人大代表一撚樣，橡皮圖章，講夠曬，知唔知啊？因為你習慣咗呢個思維啊嘛，我整撚好曬，咪出嚟舉手，咁啊算撚數啦。啊，佢當撚咗歐洲都係一撚樣，咁啊屌柒人哋歐洲議會啲議員啊嘛。大家記唔記得嗰個事蹟啊？唔係我哋講啊嘛，就佢哋點解咁撚戇鳩咧？佢就係唔係有心犯錯，佢習撚慣咗喺國內嗰個操作，就擺撚咗去面對個世界嚟用。人哋啲歐洲議會議員乘機抽下你水，佢咪窒鳩你啊！佢話俾佢國內啲人民聽，我係有幫人爭取人權、爭取民主、爭取自由，啲招牌好撚靚啊嘛，噏呢啲嘢。哇！攞選票嘅啫嘛，佢目的志在攞選票嘅。你中國新疆問題、香港問題，關佢撚事咩？冇雷公咁樣，佢都唔撚知有個新疆喎，還呢啲鬼佬，鳩噏嘅啫嘛，啲鬼佬啊！所以你共產黨咧，啲戇鳩暴咧，屌你老母唔知個遊戲喎，咪有齊去鳩噏咯，佢當你個真嘅。哇！屌你老母成個戰狼咁跳出去，屌人！特別喺嗰個新聞發佈嗰啲咁嘅撚樣出嚟屌人，啊大撚鑊呢鑊，即刻喺歐洲議會提案終止呢份嘢唔出簽啊，歐中協議啊，屌你啊咁，害撚到習近平主席咧頭都大撚埋，傾撚好曬噶嘛，之前傾撚好曬噶。係等佢歐洲議會過咗就生效，哎呀！而家大撚鑊啊！無限期終止啊！我屌你阿媽！佢唔向我哋啲議員道歉，簽乜撚嘢啫？咁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佢唔知道咧，西方國家嘅權力咧係喺啲咁嘅橡皮圖章手上噶嘛？佢選出嚟噶嘛，總統。所以總統都忌撚咗佢哋噶嘛，佢唔撚過你會死噶嘛，佢當撚咗係喺自己嘅遊戲啊，同曬全世界都一樣，以為佢自己大撚，冇撚錯啦，以為人哋都係，佢唔係話佢大撚曬佢自己個遊戲規則咧，佢當人哋都係玩佢嗰套規則，佢唔知道人哋啲總統咧冇你哋習大哥咁撚威噶嘛。冇我哋習大書記咁撚威武啊嘛！
一拍板就乜都掂噶嘛。就係呢啲低 B 幹部咧害撚死噶嘛。美國又係噶，佢同美國會談，咁撚辛苦安排個會議，請呢個楊咩鳩上去屌你冇喺阿拉斯加，你老母喺嗌交你就唔喺嗰日啦。你老母走去同人扎馬，係嘛？指手畫腳，兜口兜面，而家咪陰沉你咯，啱唔啱啊？而家咪死狗咁撚樣咯。擺喺度周圍話：，唉，我哋永遠都唔想脱歐嘅，要同你美國佬乜屌你乜，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咧？之前勾結外國勢力嚇？勾結外國勢力。咁佢勾結外國勢力對國家有益啊嘛！你而家啲民主黨派勾結外國勢力嘅人，你要制衡個中國嘛？兩件事嚟嘅，你唔可以斬件講一句説話嘅，知唔知啊？我去勾結外國勢力係翻嚟。幫中國建設揾錢，咁以前我都去美國訪問啦，同埋政府請我去添。咁你唔通你當我勾結我實力啊？係咪啊？我宣揚中國講好話啊嘛，召我哋習大書記講好聽嘅故事，講俾鬼佬聽。我講咗啦，我喺上次喺美國訪問嗰陣時，同我哋啲國務院啲人喺美國。有埋同埋迪士尼老闆食飯嗰陣時，我嗱我送啲鄧小平畫冊俾你。點解鄧小平同毛澤東有兩個咁樣唔同睇法咧？哇！啲鬼佬好撚開心㗎，聽呢啲點解咧？喂，打得共產黨員，點解定嘅政策，屌你係乜天南地北嘅？我因為毛澤東咧冇家庭温暖嘅自細，勾條扯一條去搞革命。個仔啊，前線死撚埋，離幾次婚，顛沛流離嘅，永遠冇坐得定嘅。因為佢定政策咧，冇顧及家庭嗰方面。我但鄧小平咧，佢係地主出身屋企，老豆係傳統嘅中國文化幫會嘅老大哥。咁老大哥咧，好講。義氣噶嘛，所以鄧小平屋企咧又掛嗰個天地君親師嘅碑喺度，今日都仲保存喺度，喺廣安市小平故鄉。咁咧佢習慣咗自細咧要同埋兄弟姊妹一家人食飯嘅，有一個人唔到咧唔肯開飯嘅，保持呢個傳統到佢搞革命好乜都好，只要佢喺北京。你離開咗佢第二度出征冇撚得講啦，只要佢嗰一日停喺北京，佢每一次食飯咧都要啲仔女啊老婆咧集中埋一齊食飯。因為佢定嘅政策咧就會顧及到人倫嘅基本啦。啊，咁樣個政策會唔會影響咗人哋嗰個家庭啊？會唔會影響到嗰啲感情啊、父子兄弟嘅相聚之情啊？佢係唔同嘅。咁我又同啲鬼佬講，當年喺科倫達、喺迪士尼樂園嗰個水底餐廳咧冇開放，即係食飯嗰陣時咧好靚，側邊咧大玻璃啲魚周圍遊嚟遊，就。他們美國政府呢是安排了迪士尼一其中一個老闆就請我吃飯，我們在那裡聊天，那時我送了一本鄧小平的畫冊給他們，就講這個剛才所說的兩個共產黨員怎麼定的政策呢南緣不前。那大家都要知道那個背景了，好啦，等於你香港，你作為啲民主棍嘅領袖好，屌你咩教主好、神父好、乜撚好，你去搞政治運動，你咪要了解而家個金相嘅個性，
有冇呢種容忍之量，有冇呢種咁嘅包容嘅氣量，啱唔啱？有陣時有啲嘢點到即止噶嘛。所謂見好就收啊！喂，你嗰個唔係一鋪過噶嘛？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你揸撚曬裝咩而家？有啲嘢唔可以喺台面講嘅。我到而家都堅持，我當日叫佢哋氹咧喺嗰個佔中度，我係我最早提出嘅。我僆仔，你哋要走啦！氹撚完咧，再玩第二鋪，斷咗冇得抽又算賬先。就算佢嗰由 B B 啊嗰啲撚樣上去宣誓嗰啲，你問 Peter 仔啊，我早 warning 咗你㗎，我嗱你上去宣誓做立法會議員，冇撚玩嘢啊！你俾翻面政府啊，你要跟個遊戲規則玩啊！佢兩個閪唔係上去做 show， 屌你啊！冇樣去俾人 DQ 埋咯，鳩流流咯，食地球咯，咩乜撚嘢啫？你都唔係為個社會好嘅，你為鬥氣而鬥氣。係嘛？我哋搞鬥氣又啱喎，嗰個土共仆撚曬度噶嘛，有人鬥氣先有存在價值噶嘛。咁啊，砰砰聲，嗰啲工聯會啊、左棍啊、左獨啊，忽然愛國咪過撚個水鬼星城王咯，知唔知啊？中國共產黨咪要利用呢班人出去喺前線做打手同你撐咯，啱唔啱？好撚正常噶喎，係你製造出嚟噶嘛。他是後發制人的嘛，有鑊他們輸了所有選票，對不對？有點後來才再贏回你的嘛。我跟著你帶著這些賊屋，你有沒有搞佔中搞成衰了，被人清了所有場，香港幾乎流血那麼多，928想開槍啦，開不成，收了多工，你有冇啲無厘頭咁啊？搞個初選，又搞個送中條例，你要嗰啲陳王好撚搞唔搞嘛？全部都搞屎棍搞出嚟啦！香港落去冇超過十個人，嗰啲搞屎棍啊！大家睇撚翻嗰個歷史啊，我哋要檢討啊嘛！嗰就係搞屎棍啊！一如果你唔撚明白我前因，後果呢，你好難去面對呢個世界，你企咩位喎？好啦，當然一個自由社會，你唔撚中意聽我哋講嘢嘅，你咪撚聽，多撚謝。個人有個人嘅路走，但今時今日去撚到呢個時間咧，係變撚咗樣啦嘛，個香港。咁我哋要改變你嗰個態度嚟教啲人點樣處理喎。有得移民嘅，你可以移民走。因為中央政府咧，人哋已經準備咗咧，留島不留人嘅，但已經係對你香港人咧皇恩大赦，佢落撚埋閘唔俾你走，你放成咬啊！當然你英國佬可以即刻平權，即刻宣布所有 BMO 即時等同嗰個英國國籍，正式係公民護照宣布，手持 BMO 嘅就代表英國公民護照。是英國國籍，咁啊派戰艦嚟接你走，嗰個第二鋪遊戲咯喎，要打仗喎可以，戰友撤橋啦，派戰艦、派軍隊、派飛機嚟撤橋，一次撤你二三百萬人，大家共產黨冇呢度，佢係準備咗有一百萬人以上填補你香港人移民走嘅。點解咧？佢哋有信心，橫掂香港咧叫大灣區啦，將來咧係連成一體啦，有港珠澳大橋，啱唔啱？咁大灣區撈撚曬啲人，咁咪簡單咯。咁你香港咧就係under喺深圳底下一個縣級市或者地級市嘅城市仔。安樂曬。深圳咧就大城市包住你香港啦，咁你事實係喎。你人口少過佢，將來就係大灣區咧，就係深圳係龍頭大哥嚟噶，大家計到數啊！佢面積大過你啊嘛，開放改革早過你啊嘛，
佢嘅工業啊多撚過你香港啊嘛，深圳啱唔啱啊？幾多廠在香港，你有乜撚嘢？你乜撚都冇香港。你香港嘅城市講工業啊，深東莞都不如，啱唔啱先？嚇？冇啊！你講乜撚嘢先？你香港人係嘛？做貿易嘅啫嘛。做抽水仔唔係做貿易，唔好咁撚好聽。做嗰啲白水仔啊！屌你咁樣抽水友，乜撚都冇啊！所以將你喺大灣區入邊咧，你香港排撚到咧係一個縣級市嚟嘅。以前叫縣官，知唔知啊？唔係知府，唔係府台大人，啊！七品芝麻，九品七品嘅芝麻官，隨時貶撚職你嘅。咁你香港人咁你抬唔起頭噶，就算而家你出嚟使錢，喺外國都係，你香港人邊度夠大陸仔去讀書嗰啲人咁豪氣啊？法拉利啊！唔好講錯法拉利先，佢嚟去到香港讀書，喺外國讀書，佢一放假 call 曬曬朋友，走去半島。走去喜來登，或者走去君悦酒店。喂，你要嚟食自助餐啊，入我數啦，咁你任食咯。你有冇咁豪氣請下？因為佢老豆教佢會有錢嘛，交朋友啊，盡量使錢就得噶啦。總之你使錢就有朋友噶啦，呢個事實又係喎。現實世界。事實係喎，你走去。君悦食個自助餐都成五六百蚊啦，啱唔啱？你哋嚟就得噶啦，係咁簡單啫喎。去半島飲茶、下午茶，叫齊曬啲嘢，任飲任食，唔撚使嚇你同學啊！包你十零張台，同學坐曬喺度，啱唔啱？所以佢好撚多 friend 噶嘛，無端端，係咪？嚇？非洲好多 friend， 唔係，就算喺外國、美國、英國，佢哋好多 friend 嘅。佢請曬你啲大酒店啊、大嘅地方去探世界啊嘛。佢捨得使錢啊嘛，啱唔啱啊？嗱，今日禮拜六我哋酒吧鋪入緊曬個數，係咪？我都去嘅，大佬，你有啲留學生，有勤工讀，又要真係補習賺啲錢噶嘛？邊度係咪？又個靚女又有去蒲，屌咧！所以佢係拿到市場㗎。所以而家佢啲咁嘅做生意嘅大款嚟到香港，入你香港嘅商場，整間無厘頭公司，古古怪怪，捧緊張相去上市，跟佢周圍請客咁啊，佢識咗人。你睇嗰間乜嘢高通咪咯，知唔知啊？姓潘嗰度撚樣啊，潘咩蘇啊？潘蘇佢嗰間唔知乜嘢通公司啊？銀通係咩啊？高銀嚇？高銀公司，屌你乜佢咪靠呢啲手段咯？識呢個識嗰個咁約撚場你福臨門食飯，佢使幾多錢啫？使十萬八萬已經屌乜嘈冤巴閉啦，啱啦嘛！特別喺而家啲經濟環境唔好，我請阿 Leo 啊，你哋成班啊，嗱禮拜約福臨門飲茶啦，咁係咪？喺福臨門魚翅撈飯啊，咁你翻去有排講啦，係冇撚多人嚟先，係咪啊？冇嘢求你喎，任食任拎喎。等於我有一次喺竹園度嘅魚翅撈飯，啊有個姊妹嘅啲 fans， 我咪 call 翻曬嚟咧，冇見你咁耐嚟飲茶，過食完飯個人打包魚翅撈飯拎走添，個個話你好人噶，唔會衰噶嘛嗰鋪啊，啊你請食飯嗰鋪一定唔會唱你噶。食咗先啦，食完先。所以佢兜兜搭搭嚟香港咧，佢哋用錢咧去買到浮嘅。一人性都係貪噶嘛，跟住佢又暗示明示，嗱我嚟得香港上市咧，我係軍部嘅，有啲又話我哋國安嘅啲單位，咁你諗住識多兩個人咧，有得街品啊嘛，啲生意佬知唔知啊？係咪啊？同埋你啲你唔使埋單，你埋單我點解會唔肯嚟先？係咪？我大貓你想做錢咧，政協咧話俾我聽得㗎啦。
啊，平過佢哋噶，有價講，係啊，個都賣堆㗎，因為你喺中國撈嘢嘛，好多都又唔會得罪人，識多個朋友咩所謂先？咁佢都叫做上市公司主席，所以嚟到香港用啲手法咧，整撚咗班人嘅。咁當然啦，後屘個個中招做乞衣嗰啲另計啦。嗰啲行先嗰套遊戲咧，你好多人中招嘅，係我唔撚中招嘅啫。唔係因為我哋自細有幾套密碼交大落噶嘛，你著撚食撚個人啲嘢，你要還噶。佢求翻你做一件事，你幫唔幫佢好？因為以前我哋同功夫合作啊，最驚嘅。我飲過你杯茶，受撚過你恩惠，屌你啦！冇你揾日走嚟攞啊，明哥俾人抄牌喎，搞搞佢啦！屌你啦，冇理到嗨。是搞到我們不管搞的嘛，那自己嗨幾條咯，被人交領了就算數咯，當告領了自己了，不是怎樣幫他搞，他不能知道的嘛，是搞到還能貴啦，請我大 Sir 屌你，不要出一條長毛就更貴了，貴我屌你，不你說不罰就罰幾條而已，但我們的老家呢就喜歡面子嘛，啊！喺兄弟度，嗱，我哋識揾多人噶，屌你咁樣冇事噶，告撚完，屌你咁樣，揾阿明哥搞掂噶啦，點解搏搏都揾阿明哥？屌你咁樣搏搏搏搏罰撚咗自己啦！屌你老母，一個月都唔知幾多，我哋坐喺度飲茶，但我冇推人嘅，大把著數喎。你搞撚完之後咧，佢請你跳舞嘅喎，過幾日。貴過張佛彈，貴過，梗係貴過啦。真係要飛啦。係啊，飛船嘅。好撚搞笑嘅人生，你真係係好撚搞笑嘅。事實係咁。事實。佢好撚都係講噶嘛，喺佢個圈子。哇！識嗰個識嗰個，嗱，我哋識啲官屌，差排當冇到噶，搞得掂噶，即係佢話佢嘅能力啊。有潛勢力可以搞掂，其實屌你潛勢力就我個銀包唔肯見錢，只不過喺你度，喺你個銀包度。但我就唔會話俾你聽，我同佢交噶嘛，咁我又要扮我有潛勢力噶嘛。其實大家都係潛乜？點解大家鬥？大家鬥潛。大家鬥潛。唔係好撚搞笑曬，講如果你啲咁撚樣嘅人咧，你識啲大陸人咧，你好易中招，好易中招。咁你第日將來你哋香港人面對而家咧，香港咧轉咗係紅潮當政啦，正式染紅啦。咁你哋要學下唱紅歌，冇笨柒嘅個世界入鄉隨俗。咁咪有網友就問係咪一定要走咧？如果係咁，走唔走係好自由嘅，你可以唔走㗎。你又冇搞政治又冇剩，你關人緊事，但你小心咧。你身邊有冇仇家咧？亂講嚟篤你背脊咧，所以呢度咧就要警告中央政府嘅。你立法可以嚴，但你係提防咧，你搞嗰啲咁嘅篤灰文化咧，有啲人亂咁篤嘅話咧，就有咧多冤枉。但你都有機會辯護嘅，佢要提供證據，即係都有提供證據嘅。但我應該補充咧，如果你冤枉人或者成咧，嗰、那個人都要另外要處分。就好啲咯，因為你啊無時無刻都大領鑊噶，所以而家啲老師啲咁撚驚咧。咁當然嗰啲驚咧，以前會講過嘅。屌共產黨撲街啊！咁佢知道自己講過，所以佢驚啊應該。但冇得話秋後算帳啦。咁你共產黨咁撚驚，咪撚做執政黨咯？你共產黨落變咗八大民主黨派，俾自公黨執政得唔得啊？輪流執政，我做佢嗰間輪流執政啊！一自公黨個主席都係共產黨員，有咩分別啫？哦，即係玩翻俄羅斯。咪即係咪美國遊戲？美國都一撚樣，美國一撚樣啫嘛！你嗰個當係真㗎？得兩個黨俾你啲人喺度話爭呢個爭嗰個啫嘛，啱唔啱？一排位又兩個一齊通過啦啲嘢，係咪啊？嗰場係戲嚟㗎，你正話我哋初頭講個世界係假嘅，你當真咧你就撲街㗎啦。
揀到連針哥哭訴無門噶嘛，可以。嘛，擘撚大眼，屌你咪中票你吹啊！走去投訴，冇法官睬你啊，係咪？咁係咪假啊？你覺得你個撚樣老撚土啦，講啲嘢多，阻撚住富貴，阻撚住發達，咪叫你起身咯，知唔知啊？係咁樣起身嘅咋，因為佢臨到臨尾你當咗針咧，係冇大冇細嘅，因為佢忘記咗個金主啊。亂插得罪人啊嘛，過咗六又係縮緊咗，坐緊上個位之後咧，就以為真係天下無敵，唔得咁耐世界，我政治。玩政治咧要好多面，你唔圓都唔可以咁撚三千八角啊嘛！你碰撚埋你嗰度，人哋係痛；人哋碰撚埋你嗰度係痛，咁你點樣樣撈一掂啫？你當好針，啱唔啱啊？自己又周身屎，嗌撚埋先而家姑姐上去蝕位，呢啲我最撚憎，係嘛？你諗下，你嗰個老婆撈女嚟噶嘛？你老母閪搞嚟搞去，啱啱啫？有靚肉國體啊！仲唔知整個咩官威俾老婆噶嘛？嗰陣時啱啱啊，又女婿啊，又成啊，女婿啊！屌你，我哋都當你嘅咩？嗰個白宮係咪啊？呢個我都唔肯贊成啦，直情你都唔係大將嚟嘅，屌你咁樣犀利！你咪用，你咪為財。係啊。為親有咩問題？咁啊，有網友問啊，中美會唔會真係開戰咧？大家都好擔心呢樣嘢。美國想打，所以佢攞咗俄羅斯嘅意思嘅。嗱，你冇撚搞，僆仔有著數，你坐喺度分錢算數啦，就係。他做的動作是挑釁的，所以他找日本仔出來攬台灣。如果日本仔沒有美國額頭，不會這麼勇的。那他憑什麼要想打這場仗呢？這個才是技巧，是最重要的問題。他是怕中國，跟中國咧，唔係怕你強大，係怕你亂拆曬龍亂鳩咁搞啊！破壞咗遊戲，亂鳩咁搞。既然間我遲早要打拆你嘅，等你而家啲架撐未成熟咧，打撚謝你先，要俾個下馬威你添。中國唔打得嘅場仗，佢哋全部冇情報，乜撚都冇。可以講少啲大家聽下啦，或者你一啲小道消息啊，或者喺啲好遙遠嘅故事嚟嘅，列根時代，列根時代，列根時代，已經洩漏咗嘅，佢嘅太空航母，唔係海上航空母艦啊，太空。現在你們大家看到的 UFO 呢，是美國佬的架撐來的。如果你說是由外太空來的 UFO， 你現在有個軌跡痕跡的嘛，對嗎？未有人拍過，一拍呢就有隻東西在那裡而已，沒了尾又沒了頭的，知不知道？它在海底飛出來，80年代已經有成功了，做過那些太空航母。所以俄羅斯咁撚罩忌，唔敢出聲。俄羅斯知道撚國啊嘛，大家即係俄羅斯都有，但就唔夠美國犀利。咁佢技術喺邊度嚟嘅咧？據傳啦，即係我亦都冇咁撚多時間去追蹤啲嘢。係以前我喺某個環境之下咧，聽啲老前輩講嘅，就德國佬咧有先嘅。咁德國佬咧就係、
外星球人俾佢哋嘅啲科技，所以嗰時佢哋做緊啲原子彈係不得覺得不嬲做緊咪記唔記得啊？以前嗰時已經做緊啊，佢係未仲係三幾個月已經成功噶啦。咁但係點解美國快撚過佢咧？後後期美國快撚咗咧，佢一攞到程式，佢原來咧有五種渠道去做嘅。即係有五個方程式，你做呢個唔得咧，做呢、這個，做呢個唔得，做呢、這個，做呢個唔得，做呢、這個。咁你咧喺呢個五個程式咧，有一個咧就做到原子彈出嚟嘅。咁啊，德國都窮啦，打仗打喺度，俄羅斯又打仗啦，又窮啦。哇！啲國家咧就要逐個程式嚟，是得辦是得去做。我如果佢冇留咁好彩，第一個程式做佢中，佢梗係叻仔啦，咁有好彩。哇！你去到第五個鐘就好撚耐時間嘅喎，但美國因為佢有錢，佢同一時間行五個系統，犧牲四個，咁咪中咯，所以佢行先。佢係行先就係個理由，佢同一時間佢做五種技術去測試做原子彈嘅，就中一個。但你哋嗰啲要逐個破，所以佢完咗之後咧，隔好多冇幾耐咧，就逐個國家出嚟啦。一又偷到少啲情報啊，又收到聲氣啊，哦，原來佢會用嗰個程式咧做出嚟。但美國當年快咧，就係同一時間，所以佢快，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但美國係炸死嘅。佢而家佢行到太空站都唔使燃料嘅喎，唔使補充嘅喎，啲電力啊冇用到你啲電力補充嘅，全部用太陽能啊同埋空間嘅補充嘅，幾咁強？嗰十幾年成個太空站運作，佢哋都有嗰啲太空戰艦。咁你中國？整隻六十年代嘅航母出嚟，茶山督察，夜晚啊落唔揾到機，哎咪住，我哋夜晚唔肯打仗嘅，日頭打得唔得兄弟咁樣，屌點打？點打？所以呢次中國咁快澄清，話佢哋甘肅嗰度咧，嗰百幾個嗰啲咁嘅嗰啲咩啊？導彈的基地疑似那些導彈的放射站，他們要澄清說那些不是那些不是，就怕跟著屌你被美國佬炸住，不是的，你說不說沒用，人家數完你的全部中國哪些基地哪些基地，你不要說少啊，因為你中國很多無間道，包括香港都是是出賣了國家，出賣了人民的利益，又出賣香港利益。為什麼會說到香港都是這麼多無間道呢？我舉一個例子，我在南美洲有一個國家，有那些恐怖組織的活動，有人跳出來做了單案，他是那些恐怖分子的人，但我們說他這個人是神經失常的，他不是神經失常的，但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即是將這件事呢不要令到社會恐慌，哇原來 有個恐怖組織怎麼派人出來搞事了，那個整個社會就恐慌，我說原來這裡是神經病來的，肥撚低咗就算撚數啦。好啦，跟住佢背後嘅恐怖組織咧，就用第二套手段嚟掃撚佢啦。掃到佢出嚟拉撚曬人咧，唔提佢話同呢單嘢有關。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但今日香港唔係啊嘛。但今日香港咧就話而家喺銅鑼灣插撚傷過警察嘅人。就會大鑼大鼓就話佢係恐怖分子噶嘛，
咁啊升撚曬級，香港就恐怖城市喎而家，有冇咁撚貧柒啊？咁啊打草驚蛇，好啊！如果你當我哋好似南美洲呢個國家咁，我哋舉例啫，冇我哋舉例一個常識一個評論，我冇話你共產黨做緊錯，因為呢種咧係你哋嘅手法。你要利用呢種手法咧，冇你都想去有噶啦，有啊更加好。咁你先可以提高你個戰鬥力啊嘛，提高個鬥心啊嘛，就可以打撚擊嗰啲敵人啊嘛。即係話全香港啲市民都係你共產黨敵人嚟噶嘛，差唔多啱唔啱先？用撚到盡噶嘛，佢個鬥爭手法。咁你用撚到盡，你咪製造好撚多呢啲咁嘅環境證據出嚟啊！咪將你打撚成係恐怖分子咯，乘機又拉撚到有人製土製炸彈咯，成件事串撚謀喺度，串撚連曬，咪又可以升級打壓你班友。但佢冇諗撚過喎。咁咪好撚驚喎啲人，如果咪大家點解香港人會驚咧？最近呢幾個月呢兩三月過撚我都申請 BMO 提早走噶，有錢佬又驚喎，外資又撤資喎，更加驚啦有錢。恐怖城市啊嘛，變撚咗點投資啊？恐怖分子。好啦，你我哋唔明白噶。南美洲啲咁撚戇鳩嘅政府都識得玩一個政治遊戲，唔可以助長嗰啲恐怖分子嗰種氣焰出嚟噶嘛？一影響咗個城市嘅安全，人哋恐懼，恐懼啲遊客唔撚嚟，啱唔啱啊？所以我哋咧正話講咧，懷疑香港人無間道咧，就係睇好多事情咧，係唔應該犯呢啲咁撚低級錯誤嘅。你拆彈咪拆彈咯，哦呢條友黐線噶，咁咧啲警察咧又好過啲喎，我個神經唔撚正常，冇撚計啦。喂，阿福利處，社福利處飲乜水？你走去慰問下佢哋啦，睇佢屋企人安撫下佢啦，點咧啊？攝張白卡俾佢，冇都整張俾佢代領住。哦，原來有張白卡啊，精神病患者嚟嘅，算撚數。好啦。跟住咧暗中啦，屌你一路拉人，但拉緊到人咧，唔係同呢件事有關。有冇咁撚叻啊？佢哋個社會繼續跳舞，啊歌舞升平冇事嘅，呢啲意外嚟嘅啫。兩個政府採取嘅手法效果唔同，反應唔同。呢個見仁見智啦，嚇、啊！有啊，而家啲人要用呢種嘅形勢，話、啊、大羅大鼓啊嘛，嚇撚著你啲香港人，冇撚亂咁喐，冇撚亂咁搞嘢，拉人封鏡啊！就揾咗攞支槍對住人。咁佢哋嘅手法係咁啊，逢喺啲獨裁國家、獨裁政府咧，都係慣常。佢冇嗰個管治文化嘅智慧啊！特別係共產主義嘅國家，佢成套馬列無思想係講鬥爭啊嘛！鬥爭鬥撚低你我就贏啦，係咁撚簡單嘅啫。我用盡我嘅手，唔撚理你嘅過程用咩手法，總之鬥撚殘你咧，咁就係當勝利。鬥撚完冇嘢鬥啦，呢幾日咪鬥政府咯，自己搭窩嚟鬥啦。係啊，因為冇撚咗民主派咪議會，我哋最近呢兩日打開嗰個立法會啲人咪日日屌政府咯，鬥政府啦，話鳩政府辦事不力啊，縱容啲恐怖分子啊，好撚好笑噶，大家食完花生慢慢睇戲啊。所以如果你有能力，唔撚使走嘅。你又唔好撚搞嗰啲咁嘅無厘頭三民結隊嗰啲咪啊冇牌示威嗰啲又冇撚去，佢都冇撚話攞到政府批准啲示威，你上街嚟睇死咩？而家都攞唔到㗎啦，
咪你攞唔到，你咪冇撚去咯。或者你去嘅，你一個人去，啊，你咪著白衫白褲，要戴孝咁咯。屌你老母，攬條白巾喺個頭度啦，睇下佢告你乜撚嘢咯。而家拉啲客衫黑褲嘛，你咪學七二一咁咯，做白衣人咯，睇下點樣搞咯。白衣人合法啦。嚇？合法啦。係嘛？一撚樣呢個世界遊戲好撚嘢變化嘅。你要搞個幽默嘅遊戲嘛，知唔知啊？知唔知啊？你扮白雷常都得㗎。cosplay 嘅。係啊，扮白無常啊，嗌口號啊，啊，打到反動分子，打到恐怖分子，屌你咩？日日嗌啊！打到啲亂港分子，屌你咩？咁你亂港分子咧，嗰度係好撚技巧啊嘛。咁邊啲亂港分子，你啲人咪自己諗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中性嘅留白俾人估嘅，咁究竟係你政府亂港啊、梁振英亂港啊、一陳和亂港啊，即係嗰啲咁嘅靚仔亂港咧？你咪自己諗咯。中聯辦亂港。咪你咪自己即係等於我今日話你自己填上嘅啦嗰個字。一撚樣啦，你自己對號入座啊！費事曬你。係，你自己演繹啊，咁你咪保護到自己咯。咁你真係要打撚到喎！如果有啲咁嘅撚樣喺度間唔整炸彈，屌你影撚香港個繁榮穩定啊嘛！我哋一早屌啲民主友噶，最早我屌噶啦，八年前、十年前，我屌你啦，冇你香港。搞咩民主啫？你搞緊掂兩餐啦，你又唔知啲咩叫民主？過嚟我打個招牌，屌你乜博立法會嗰兩張選票坐入去，屌你乜光宗耀祖係嘛？出梁其準係嘛？身高梁準啊！有個責任，屌你同你走咧埋數請幾個工人服侍你啲咁嘅閪樣，立法會啲咁嘅柒碌啊！睇撚見你撚樣個樣，我真㗎以前。邊撚個度同香港做嘢啫？叫你老母袋住先入唔袋，你睇劉慧卿嗰撚樣，哎，我最憎人真人講粗口啦！你幾時識享受個講粗口做愛嘅樂趣啊？你老母你梗冇啦，最真係咪啊？屌你乜冇撚興噶嘛？啲扮民主啲友，佢識乜撚嘢啫？扮撚殺魚鴨蟹，屌你老母！好似民主鬥士咁樣樣，我幾陣時叫你代表過我啊？我哋不嬲都以和為貴嘅，屌你乜共產黨已經好撚好噶啦！一回歸嗱，你哋冇撚搞一國兩制，河水不犯井水，你搞撚掂當攤，阿爺收工算撚數，你冇撚踩過界，你要踩越過界嘛？咁就唔做乞衣啊！所以今時今日咧，大家都係要檢討嘅。第一個問題。咁啊 ，Doctor 有網友就話啦，佢冇錢又想去外國讀書，有咩辦法咧？如果借火啊，俾少啲嘅，你又去德國、去挪威。你想全部免費去盧森堡？去撚到嗰度教下人哋講廣東話、講國語，屌咩包你夠食夠住，盧森堡啊，上網 search 免費，大學免費，有錢咩國家？德國以前就為萬零蚊一年啊，嗰時我咪阿方仔、阿方太兩個女都係我叫佢哋去讀噶嘛，喺德國讀唔啦，兩個讀完碩士翻嚟啦。要佢翻嚟，咁你揾嘢做咪容易咯？又識國語，又識德文，又識英文，幾撚搶手啊！啲外資公司好啊！如果你近近地嘅，你認為屋企有俾有啲錢嘅，你去台灣讀都得噶。台灣讀完，你直踩上去美國噶嘛？係啦。佢好多大學同美國掛鈎嘅。如果你乜撚都冇嘅，咁你盧森堡，盧森堡係歐洲最撚有錢嘅國家。地方少，金融中心嘛。盧森堡好巴閉噶，金融喺世界，盧森堡銀行啊，
啲結算銀行嚟㗎，成個歐洲啲銀行中心嚟㗎，打莊㗎佢哋。打係啊！佢哋好巴閉。用咩幣㗎，老實？佢應該係有又有比利時錢，有啲又用法郎啦。佢都屬於法屬國家大嘅，同埋比利時嗰啲。歐羅。而家用歐羅，而家用歐羅啦。但係好多人通嘅，用美金都通嘅。佢哋嗰啲自己有國家。我哋再紅啲嘅。回去中國讀咯，仲問陣？屌你有咩所謂啫？回去中廣州暨南有廣東話講，話你考到北大清華又冇所謂噶，識多啲高降，把無厘頭識靚到一個高降嘅女，咁你老母失驚無神，仲有習近平第二都未點，做唔到二世咪做三世咯，係嘛？唔係人生要揾到奇蹟噶。你要支持習先生，佢哋發中國夢啊嘛，咪翻去中國讀大學咯，翻去發夢咯，翻去發夢。到時你咪唔肯掂咪唱首夢醒時分算緊數咯，收工係嘛？太早。咁你喺北京清華你讀，識得好多高幹噶嘛？咁實有啲嘢撈下噶，有著數噶。但你就嗰度另外一個學問啦，有啲錢咧唔夠得，有啲錢咧唔肯揾得。因為你沒有後台啊，沒人保你，啱嘛？你咪話真係嗰高幹子弟啊嘛？喂，我老豆李剛啊，咁誒有呢啲嘢都係啊。你話我老豆李嘉誠都做乞衣噶嘛？喺大陸哦，得啦，你老豆李嘉誠啊，你鋪骨重啲，屌你唔好你真係大水喉啊！所以係要小心，一個啲險地嘅。隨時佢又轉朝換代，又轉緊咗領導，咁你會做乞衣噶嘛？你投資嘅錢煙都冇，一滴滴咁咪咯，瞓醒曬做乞衣啊！我知道外國有朋友同我講，佢批撚曬股嗰啲啊，鎖撚住半年唔整埋嗰啲，我屌你，冇一日瞓唔著。大領導係咪大領導？鎖住唔俾賣噶嘛，批股嗰啲有呢個條件，俾你半年後先賣得噶嘛。佢平啲批俾你噶嘛？一開市我又升咗兩成喎，你幾撚開心啊？哇！呢次發達啦，唔屌你啦！一轉頭，一拍板家屬謝禮，一轉頭得停啊！你食驚風散啊！風高浪急噶，屌你咪喺啲金融市場啊！所以嗰陣時我叫啲台友啊、啲學生啊，淨係你我你乜冇撚搞啦！就係搞個蘋果啦，早個禮拜叫人買金啦，琴晚都升啦，冇我早個禮拜再叫人再入啊，一七幾嗰時，係一七幾嗰時叫人買金，一百零，係啊，破咗一百零啦，唔係呢個係一個好深奧學問嚟嘅，你要對嗰個政治經濟咧，全世界嘅地緣政治好敏感嘅，你先睇到，我要叫人買蘋果係有理由。華為冧撚咗，即係佢一枝獨秀啦！你聲中幾時去果皮啊？你做嗰啲窮客，人哋而家做啲貴客，仲出埋好撚多副產品嘅，而家蘋果一路一路，越搞越多花神。佢嗰扎客仔捨得賣嘅，佢一出機咧唔撚換咧就勾噶啦個人，自動波訂撚定曬噶，而家周圍搶緊噶啦十三，我都要換啊！嚇？冇解噶，屌我用得起啫嘛，我冇撚嚟出撚去俾僆仔篤眼篤鼻啦，係嘛？唔夠佢型，唔夠佢型，唔係咯，撚夠佢型嘛，大佬，屌輸人不輸陣啊嘛，咁就唔係錢問題啦。唔係呢個嘢係行先啊嘛，大佬，啲僆妹唔撚會睇嗰只鴨貴撚過嗰個手機噶嘛，一睇就睇個手機先，我講啱唔啱先而家，係咪啊？幾時都係。是吧？你好，你是不是我們輸人不輸陣的，你疲倫你一定要打疲的了，你過看看誰，這個就要做士兵咯，沒所謂的，那就不需要買，放在做士兵沒壞的。
啱唔啱啊？買啲神茶嘅卡，係啊，多好。你走去俄羅斯買張卡翻嚟都好用噶。等我老母跟都冇跟，屌你老母俄文嘅呢個機啊！咁啊，幾撚高級啊？佢坐一尺撚埋啊！打電話屌咦屌你係乜俄文嘅咩？係咪好撚好啊？屌你唔係個世界好多遊戲玩嘅，咁你咪扮普京兄弟咯，又可以係嘛？第二個問題。咁啊，有網友問啦，你喺羅省嘅紀念花園主要啲主要功能係乜嘢喎？頂冧啲風水佬咯。因為啲風水佬咧就呃你十年八年啊嘛，撞撚咗發唔發達，我唔撚使撞，生又得，死又得，呢個大風水陣開始有一路都有功力出嚟，大家睇到噶，我鋪出嚟啊！仙人掌最撚難開花噶啦，屌咩？我哋開到五顏六色嘅可以。不過喺獨門秘方嚟嘅大佬，當年喺中國梅縣扯撚咗瑞士嘅氣場過去，泰國真王嘅秘書親手同我一齊喺度做工作，佢有佢擺嘅嘢，我有我擺，我擺瑞士泥土，我跟住喺度作法，我喺度作法，所以當年個印尼大富商咧好撚開心，我親身去。屌你自己祖國的地方啦，咁撚窮招領，個國生我哋好撚窮個鄉下，希望你幫幫我手，親身嚟我屋企求我噶嘛，阿湯石林，我呢個人老人家咁撚真誠，好啦，我同你入去走一轉啦，咁我第一次用噶喎，當然我屋企九龍塘嗰時咧。我都唔需要用到轉移咁犀利，我係用加持嘅力啫。屋企當年我九龍塘新馬石路嗰度，所以由五百幾萬咧都變緊咗億幾。我賣嗰陣時，咁啊喺西貢嗰啲地咧，百幾萬變咗億幾啦。我都冇轉移地場，我係作法啫，加持個地方。我以前呢個地方死人冧樓啊嗰啲嘢咧，唔該你哋冚唪唥。All of them，我每逢買啲地翻嚟，我祝福作功法嘅。咁但係而家個老人家請我去佢故鄉梅州招領喎，哇好撚窮啊，窮撚到飛。梅州都窮。梅州梗係窮啦。嗰陣嗰個年代。以前都窮啦。嗰個年代。但係我係烈士之後嚟噶嘛，梅縣嗰邊、梅州嗰啲，五四行山莊抗日英雄喎，知唔知啊？就喺招領，八八壯士啊，上海啊，抗日啊，四行山喺四行莊，我梗要幫啦，嗰度係佢哋啲後人，咁啊真係佢作法一個大風水轉，嗰度一次。一次咧，就係、是、喺廣州而家最大嘅殯儀館，亦都係中國最大嘅殯儀館，幾百萬平方嘅嗰度，係民政局長親身請我幫手，因為佢一路掘啲骷髏骨頭出嚟，個個唔肯敢開工。佢話：郭先生呢次突然冇啦，屌你啦！我要丟官啦，冇人敢開工，俾雙份工冇人敢開。哇！亂葬崗嚟。一路掘一路呢，一路掘過撚個，你知啊？中特別廣東人冇撚罩忌噶嘛，掘撚嗰啲骨。馬得怨氣重。所以而家你哋去到廣州呢個最大殯儀館咧，門口嗰兩棵樹咧，一重一拍咧，我親手種。佢哋長出嚟咧，好奇形怪狀，係特別嘅。我中國量前大嘅尊嚴，個地獄牆。咁廣州嗰陣時起飛啦，都希望。啲廣州人啊，生意好啲啊！我喺嗰度又作過法，咁有我自己擺個牆喺度喺美國羅省咧。我點解要揀羅省咧？喺世界上而家佢都係最富人算國家，一國
講嗰個權力，講我咪而家佢老大哥嚟嘅。咁啊，瑞士最有錢，瑞士和平。咁我將瑞士氣場扯埋過去，擺喺度，擺喺個陣喺度咁啊！我自己又親身過去作法，所以咧即刻唔撚一十年八年。一年半載啫，哇！所有啲仙人掌生喺度五顏六色唔同嘅。咁而家咧，我就會搜集世界所有唔同種類嘅仙人掌咧，種喺度，就將佢變咗個仙人掌嘅博覽會，俾人入嚟欣賞。花園一個大嘅紀念花園。咁啊，嗰啲在生嘅人、死咗嘅人，你嚟贊助我哋嘅學會。咁我送翻一個寶盒俾佢，將嗰個氣場咧扯咗喺個寶盒嗰度，喺屋企啊！你咪見過我啲寶盒嘅，見唔見到？有個銀元寶嘅，睇下擺擺上去啊！我邊王你知喎個寶盒啊，純銀嚟噶。嗱，我就真係唔知點解啊，因為中國好多嘢咧。不是中國在古代我們古印度那邊都好那些法術呢沒得解的用金都不得用銀的我說那些沒有銀用金得不得金貴一點那不得不得條程式說明要用銀的用銅又不得紙銅我解啊，咁指定要用銀咪用銀咯。乜所以有啲人以前佢哋墮咗胎啊，或者啲父母啊，以前撞得唔好啊，撞喺中國無厘頭嘅地方啊，有啲早上唔知點啊，你咪通知我哋紀念先人乜嘢，咁我哋會同你做噶啦。咁有個元寶咧，俾翻佢擺屋企，嗰、那個係寶盒嚟嘅，又係做個手腳，即係做個加持啊，祝福。就將我哋嗰個氣場咧扯翻過嚟屋企嗰度，再反射翻出，即係你有個手機收到美國嘅 WhatsApp， 咁我日日都要幫啲人祝福嘅喎，吹谷住佢，吹谷佢發動佢氣機啊！比較深奧嘅咧，大風水學，我哋其實唔係用風水兩個字嘅，但係世俗人要講風水兩個字容易明白啊嘛。唔通我講俾你聽話呢個量子二微觀嘅震源嘅程式咩？屌你，佢唔知你噏乜撚，啱嘛？容易理解就得。我哋風水咁咪算緊數咯，大風水學俾你啲人睇到，就唔撚我就鳩噏，因為正式大風水係可以人做出嚟嘅，我可以話俾你聽都唔撚得。人為嘅，人結地靈啊！所以我要跟那些人做功德他們給我錢我每年的作業費你不是見我又送睡袋啊又送給那些流浪漢那些流浪漢過支持他們當東西的有些人來做義工啊幫我們掃地又成啊很古怪的流浪漢很難相處的我們送他們那日常他們最需要的用品同埋你送俾咧，唔好俾佢感覺你係侮辱佢尊嚴啊！呢個最緊重要，你千祈唔好侮辱辱人哋嘅尊嚴啊！你話哇，可能連你咁你死撚得噶啦，嚇！喂，我哋有堆嘢朋友送過嚟，用唔曬，大家一齊分撚咗用下啦，咁撚就得啦。要真係好撚禮貌對人哋噶，唔係話你話屌你係咪？哇！嗱，我哋而家同你搞一大路啊，我唔撚嚟咧，你做乞衣啊，咁屌你咯，咁啊撲街啊！屌啲戰狼外交咁咪死得咯，咁咪死咗咯，係啊，已經死咗啦。我俾佢諗下就死㗎啦。咁而家我將我嗰個地盤咧，因為我有成四十萬尺㗎嘛，好撚大啊！屌你四十萬尺好撚大㗎啦，你搞撚咁我而家就將佢俾五萬尺送俾印度嘅摩菩提學會暫定，已經溝通咗聯絡咗啦。但我叫你做一啲計劃書俾我，幾嚿嘢？做一個瑜伽中心同埋嗰個 meditation 嘅中心，搞啲鬼佬打坐。Sakura 請啲唔該唔夠佢 Sakura 唔夠班，
我係印度大摩門，我已經超過100年啦。派啲和尚嚟坐鎮，我哋海傳印度每個地方都有過噶嘛，好耐歷史噶啦。當年係鬥贏咗英國，攞翻個布袋戒耶翻嚟噶。當年就靠我哋菩提學會鬥撚贏英國政府，先攞撚翻佛祖嗰個布袋戒耶個聖地翻嚟，由翻印度管轄噶。好耐歷史噶，好聞名噶，印度摩菩提會出好多大嘅學問家。總之大菩提學會好聞名啊，印度。咁有我就送一拜俾佢哋咯，我唔用送啊，$100變咗嗰個交易清楚咯。送你都驚有手尾啊嘛，賣斷咯，$100賣50,000隻嚟俾你。咁啊，我變咗我哋咧有一個價值喺度，將來有一座咁嘅歷史性嘅建築物。咁就一生人嘅一個紀念品啦，係嘛？我好多建築噶嘛，世界咁喺美國整間座都好咯，將個東方文化擺翻嗰邊。我哋葡萄好有班底啊嘛，有人傳承個工作啊，變咗穩陣。咁呢個係都係一個人生嘅好事啊，有能力做呢啲好事啊嘛。第二個問題。咁啊，有歡迎噶，最總之你有朋友未死或者自己，我啊贊助呢個紀念花園，咁我哋嗰套嘢運作咧，你就收到噶啦。啊，咁啊好多朋友佢都覺得交運好咗，事實噶，我唔中意吹水，我自己好咗，做完之後嗰啲花開。屌你無啦啦做生意有10%嘅喺呢個時間幾撚犀利？你話邊度10%嘅生意做啊？好撚難啫嘛，1%都唔容易啦，係咪？犀利啊！我覺得有啲生意做生意啊，唔係賭錢啊，唔係跑馬咁啫，係啊，生意做到10%嘅喎，好撚得人驚㗎。但唔做得大，因為嗰啲但都好犀利啦，你10%都夠啦。你個利潤係啊，即係個倍數好犀利。嗯，係好多奇蹟嘅，係好多奇蹟，好多奇蹟。好，第二個問題。啱啱講緊呢個大風水嘅問題啦，咁亦都有人問咧，呢個香港邊個名你先信得過喎？梁美斯，占卦佬、算命佬，即係講好聽啲啦，等於你劏個豬肉佬啊，叫做豬肉處理員一樣。你自己係最信一個，屌乜你自己都唔撚信自己，咁屌你咪點信？就係唔信自己。佢就係唔信自己，所以揾人講嘅問啫嘛。咁你老豆老母講嘢，你唔肯信？嫌佢哋蠢，係咪啊？同埋你要揾呢個人信咧，你動機唔正確啊！你係貪念啊！貪有冇自敬嗰啲快發達？有冇 有好彩嘅嘢咧？嚟到身邊唔使做，最撚危險嘅呢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嘛。嗯。你唔撚使播種啊，又有望有收成啊，錯噶。講遠嘅因果咧，你要行善積福；講近嘅因果咧，你要誠信勤力，有紀律。即刻就見功㗎啦！要專心做一樣，冇話左做啲右做啲，冇嗰個技能喺度。技能好緊要啊！幾時都用得著，就算戰亂，你嘅家財都可以冇咗啊嘛。但你技能喺身，掂啊嘛，係嘛？
我唔知邊個叻，點解咧？因為如果有高手咧，唔會俾你知嘅。正式高手唔會掛牌，佢算自己都掂啦。有錢路得啦，細睇你。唔係細撚同你算咩？嘥撚你，係咪啊？做兩手你搞掂。唔會俾你知。我哋啲咧就撞彩多啲，但我哋都唔會掛牌啦，啱唔啱？我哋好嘅，咁咪醒你兩句咯，等你吹急避空咯。你唔撚聽，咪有柒你都關唔撚事。我哋一早咧叫啲咧，好似姚仔啲聽我哋講，而家咪喺台灣讀撚完書咯，咪坐撚緊監，咪做最早會坐監。我哋個撚樣，咦呵，屌你有冇行行先喎？一上街我哋實死喎，僆仔，係嘛？好似同你聯絡噶嘛？係啊。係啊，好似出年畢業係嘛？唔係，今年畢業啦。我今年啊，我咁讀完啦，讀完農業大學啊，去加拿大啊。邊啊？佢會翻嚟，然之後就再去進修咯。係咯，幾好咯。佢翻嚟香港啊，同佢搞個慶祝會啊！啊，僆仔你甩爛啊！點解要咪去赤柱探你個冚家產啊？一念之間嘅人生真係㗎，佢一撞撚到我哋啊，我哋係佢貴人嚟嘅，因為佢又好撚難勸解到嗰啲後生，一腔熱血。我喂，你猛聽啲人講話共產黨唔撚好，咁你點解你又唔去睇下共產黨有咩好咧？你翻落大陸咧，冇人話佢衰嘅噃。大家你哋啲人聽緊住啊！你過撚咗羅湖橋，你行入深圳有冇人話佢衰？有冇聽過啊？你有冇聽緊過十幾億人喺大陸入邊話共產黨衰先？唔會講。喂，咁你唔會講，咁事實佢係喂點解深圳真係一個不毛之地嚟㗎？大家不要搞錯，所以我成點啊屌啲民主黨咧？你成講撚衰個中國，講撚衰共產黨，咁共產黨有好嘢你都要講嘛，公道先得㗎。你真係好撚過嚟睇下，以前邊有路啊，大佬？黃山田地啫嘛。屌你係乜邊有路啊？鄉下嚟㗎，邊度有書讀啊啲人？咁你嗰啲係公職嚟噶嘛？有兩層一層嗰啲王。佢唔係咁撚強項啊，發展唔到嘅中國。一個命令落嚟，屌你有乜個撚個唔撚喐嘅？一盤散沙咁啊！中國人鬼打鬼啊！隔離村你打我，我打你啊！爭路行，爭城行，爭到垃圾，爭廁所用。你睇新界就知啦。由朝爭你老黑㗎。所以你要知撚到共產黨佢嗰個制度咧。佢點解佢個制度自信咧？因為佢用呢種制度咧，可以管撚到個咁撚多人口嘅國家。即刻自信。佢係有佢嘅理由，有佢背景，有佢背景。咁你如果你咁撚強硬嘅管理手法，梗係會傷害好多人。你覺得唔撚舒服？等而家你香港人，你習慣咗香港嘅 hea 嘅制度啊嘛。哇！突然間搞到咁啊唔得，咁啊唔得。咁你嗰啲唔得嘅，等於新加坡以前啫嘛，連食香口膠都唔肯得。嚇！入廁所唔沖水罰好多錢嘅，知唔知啊？新加坡。呢下就唔知啦。你廁所冇水咁點？而家叫你守嗰個秩序啊嘛。佢驚你香港過癮咗龍，就影響佢中國。入邊啲人個思想咧會動亂啊嘛！佢同佢中央政府治個國家同你一個城市嘅人睇嘅嘢係唔同。中國唔亂得啊！你知唔知啊？同埋仲有咁撚多啲古靈精怪人喺度搞鬼咧，佢有佢嘅理由，有佢嘅背景嘅。但我哋要求咧就好簡單嘅啫。無論你在中國大陸好，你啲共產黨嘅幹部，你公正就得噶啦。你法律嚴乜嚴都冇錯，你公正。一就最撚慘，佢唔肯公正啊嘛，所以你咪屌嗰啲唔肯公正嘅幹部咯。
砌人山豬肉啊，屈鳩人咧，啲咪唔好咯。公正最緊要，因為你唔肯公正咧，你個政權一定唔肯永久嘅喎。個民怨咧越積越深，所以咪要維穩咯，係嘛？公正好緊要，但最近都好多人俾佢擔保啦，連阿盧峯都擔保咗，擔保咗盧峯都。但既然間佢轉緊咗潮啦，搞緊到呢啲遊戲，你佢再講話誰是誰非咧，佢爭兩啲嘢冇撚意思嘅。你留低香港嘅，你適者生存。是完全沒有意思的。好了，你為一時逞英雄，說有人給掌聲你，那就走了，在裡面蹲十年八年，那你就自己衡量這個代價咯，沒人同情你的。就算我們黎智英哥仔花那麼多錢，那麼多個人收我的錢，吃我的茶禮，陳日君沒有出來啊，陳又收千幾萬佢，陳方新都有收錢喎，李柱銘都有收過錢喎，個撚個嗰啲民主黨派啲人有冇出嚟同阿黎智英講句説話撐佢？少都少唔似啦，仲識你係咪？中國人唔撚玩得佢啲遊戲，你都唔係嗰科，又冇組織。又冇理想，你個理想係虛無縹緲嘅，係嘛？即係老實講啊，如果你喺香港俾黃之峰之流做特首，屌你老，走九條街位啊！我哋都要啊！你睇個撚樣，個衰樣，屌你老閪，閃下閃下咁啊！啲人又係要男仔嚟喎，蘇仔，我要聽衰你。屌你！我一卵嘴咁噏乜卵嘢，俾佢咁嘅美國政棍點鳩你噶嘛？好撚戇鳩啊！佢哋嗰班人真係好撚戇鳩啊！坐撚穿我間房啦！呢班友真㗎，即係咪話落井下石嗰啲人唔撚抵可憐？政治真係要妥協啊！乜政治要妥協㗎？你俾面人人俾面你㗎嘛？你冇撚理由，屌嘛行埋你啱撚曬噶嘛？咪話佢同佢政府鬥，佢同香港市民作對喎呢班人，你知唔知啊？你叫佢喂行歪啲啊，唔好阻住我哋做曬，屌咩打柒你噶嘛？啱唔啱啊？俾心都俾搞撚殘啦，係咪啊？唔係咁樣搞法噶嘛？人哋唔撚使翻工咩？唔撚使做嘢咩？你啲個個鳩流流，有啲戇鳩鳩嘅喺外國讀完書翻嚟，屌你老母閪，啊鳩鴨又當秘笈，又搞理想又話成，咁咪做撚咗乞衣咯？係破壞多咗個建設噶嘛？好撚簡單，你話佢哋搞民主運動到而家，帶嚟香港有咩建設先？我哋好撚公道講，爭取到咩咧？你問劉慧卿佢搞咁撚多年民主運動，爭取到咩啊？你問你寫封信入去間房問呢個李卓人個乞衣，佢為嗰啲工人爭取到乜撚嘢？所以好撚多撚到草走撚咗㗎，嗰、那個、抽水仔啊！咁你自己攞嚟賤咯！話轉朝換代，你都唔肯識分裝行，係咪先？碗鳩人哋後生仔上撚咗戰場，自己著撚咗草啦，呢啲咩所謂？唔係你話俾呢啲叫咩所謂先？啊，第二個問題。咁啊，有網友就問啦，幾時念《金剛經》最好喎？為咩事念咧？最緊要。我問翻轉頭啦，你為咩事練《金剛經》？咁啊冇嘢為。咁練嚟巴撚啊！係啊，
首先呢，你要看了個注疏，明白《道德經》經呢是講什麼先。那你變成唸口簧嘛，你都不知道它的內容的宗旨是講什麼，要浪費時間的嘛。你看完個注疏，哦，值不值得自己唸呢？你話唔係喎，《金剛經》講話，如果你念四句偈嘅話，念咩咧？好多功德喎、哦，咁你即係貪啦，咪變咗反效果咯喎。咁你話喂唔係喎，以前啊六祖咧聽到《金剛經》咧就開悟咯喎，咁你咪聽咯，冇撚念咯，你叻撚過六祖咩？聽住先，睇下你會唔會開悟先。但他五年之後走佬喎，六祖，你知唔知啊？走，係啊，要走佬啊嘛。啱啱啊？走嚟南方。嗯。咁你有冇準備話聽完之後開悟咧，又學佢咁樣走佬咧？照版主，照本主版咪撲街？要揾到考慮嘅喎，你受唔受得起啊？所以要睇住疏先。我當年擺咗佢個字咧，貼喺我新華十道嗰個官府嘅嗰個領事館嘅正門對上，四個大字真係無住生心。咁啊，好多學校啲老師啊、學生經過等放學咧，就過嗰度啊，講咩咧咁嘅，真噶。咁啊！始終有次咧，我啊架車啱啱翻嚟，有啲老師咧就同啲學生喺度指手畫腳。我有咩事啊？佢冇啊！我哋啊，先生你喺呢度住口係啊！我哋諗唔到呢四個字講點解喎咁。我哋諗得到咧，你就成佛噶啦，即係一個笑話嚟。嗰度比較深奧嘅，無住三心，由呢邊讀過咧，三心無住。但我嗰日我出個貼咧，就我做呢、這、一個牌咧，就用三心無住嘅方法設計呢個牌出嚟，即係搞呢個信仰文化改革，就用嗰種力，叫做黐到佛祖少少嘅靈感啦。揾咩代替咧？有人信耶穌，各國上有人信無我物德，有人信老上太上老君，有人信如來佛祖，又信觀音，又信觀音，咪總之本應神佛啦。印度啊，幾千萬個神啦，係嘛？你講到歐洲啊，以前仲犀利嗰多神教，咁而家我整呢個牌代替啦，就用《金剛經》嘅力咧設計出嚟，即係用三心無住嘅力。一個正念的力，哦，這個世界呢，是到時候要改革那個信仰文化，整個世界勾足銀元，屌你宗教戰爭，你鬥我鬥，伊斯蘭教就屌你咩遜尼派自己內部打印參謀嘅，唔係啊，佢唔係打外邊嘅宗派，自己宗派啊，佢一個十二派，一個遜尼派，遜尼派自己內鬥啊嘛，咁你點樣搞啊？即係你所有嘅信仰咧，多撚完，咁啊搞過呢套嘢出嚟，你信自己，心好事成，我相信，所以比較深奧學問，但係真係好有心先去諗出嚟。所以咧，你哋練金剛經咧，首先要睇注疏，睇完注疏啦，然後咧再決定。會唔會依教而行咧？咁你先再問我點樣練法，係個問題。嗯，嗱咁啊，另一個網友就問啦：《心經》嘅心咒主要功能係乜嘢？鎖心啊，心鎖嚟嗰個咒，一把鎖嚟嘅。你個人好多心中意馬噶嘛，有好多貪嗔痴噶嘛。坐喺度打妄想喎，有啲坐喺度諗翻啲前塵往事啊，恩怨情仇啊嘛，特別上年紀嘅，
好嘢佢唔走出嚟嘅喎，好撚古怪喎個思想個系統。唔開心嘅嘢。一唔開心嘅咧，自己湧上嚟嘅。開心記住。受人欣慰嘅嘢，你冇去話記住。俾人呃啊，俾人踩啊，嗰啲記啊，咁呢啲咧就會傷害自己噶嘛。咁你用咩濟心咧？喺道家嚟講咧，叫濟心一處，係不容易嘅。但呢個心經嘅咒咧，佢就一把鎖，你一念咧，佢鎖住你嗰個意識流咧，喐唔到。咁你妄想咧，出唔到。最大個最簡單嘅功能，我再話你持呢個明咒持到修行人入呢個三摩地持名嘅成就咧，一層層咧呢個另外一個境界。但最基本你鎖心先，唔會心冤意馬先，唔好諗錯嘢先，唔好亂諗嘢先。特別你瞓唔著嘅人，咁你啊念埋心咗，念個心咒，咁咪好易瞓著。佢妄想走唔到出嚟，所以咒語係心鎖嚟。再延伸到其他功能咧，嗰個另外一個層次。係第二個問題。咁啊，有網友就話啦，有啲乜嘢項目投資可以保值咧？買地咯，係啊，錢得閒啊。我如果你唔係嘅話咧，咁你咪換美金咯，換瑞士法郎買黃金咯，你又保值啊嘛。啱嗎？你係保值嘅，記緊住。咁咯，資訊啊。係啊。長線揸好啲。咁你如果你話你？你而家你買嗰啲咁嘅無厘頭股票咧，就小心咯。但長遠如果大集團嗰啲生物科技股咧，買得過。因為社會而家我哋睇咧，佢路喺都係行嗰個方向生意。蘋果都會繼續升噶，一枝獨秀。佢成個系統結構。你打仗咧，仲用得多啊！一日要講電話，要溝通多啲啊！你買買到機票啊，點啊，係嘛？因為佢實業喎。係啊，一定要喐啊，唔少得。我舉一個例，你話如果個社會講香港冇講其他啦，突然間三日個個人用唔到電話嘅，你會點咧？一日都搞唔掂啊！啲人而家嚇，你哋依賴咗。你冇嗰三日，你一日都唔掂啊！得唔得？好撚混亂喎，相信嚇，冇咗手機用啊，三日。因為你啲資料喺曬裏邊啊，咁點咧？冇錯。相片。咁你仲有固網噶嘛？屋企。固網你只係通話啫嘛，你唔可以好多資料啊，各樣通訊嘅嘢都搞掂。咁你停咗三日啫，咪唔撚喐住咯。你會周身唔撚聚財嘅，相信嚇。啊！而家啲人慢咯。電郵都仲可以收嘅，你電腦，但係你好慢，你唔可以隨身咯。係唔可以隨身啊？係啊，你唔可以隨身。咁但真係好多人唔肯安樂嘅咯喎。啊！大把人瞓唔著啊！你想睇個 YouTube， 咁你翻屋企睇，你冇手機用唔到嘛，只係打個電話啫嘛。你依賴咗佢啦嘛。係啦，你所以變咗咧，你呢樣嘢咧，就話咧佢係有存在價值嘅。所以你無論任何環境。佢係有存在市場價值，變咗你嗰、那個呢啲咁嘅健康公司咧，係好難冧嘅。就係啲肩頸啲人咯，開始痛啦。但你特別嗰啲，當然你而家唔好買嗰啲神龍茶嘅手機公司啦。你一把手嘅公司，你係會贏。係啊，你個將來佢都係帶領住行。因為你必須品，係啦，必須啊嘛，唔到你，係啦，冇人做。第二個問題，呢個好投資嚟嘅，好簡單。係啊。嗱，咁啊，有網友就話啦，又失業又爭落一筆卡數，點搞啊？
如果少的呢數量不大呢跟你親戚朋友借曬走咗數佢，就變咗咧，你就有錢咧，就慢慢還俾人。因為嗰啲卡數啲息口好貴嘅，我所知。三十幾年。我話如果你轉到銀行貸款，同你續咗咧分期還咧都係方法。但你失業咧，你驚還唔到嘛？唔係借唔到，唔係還唔到。係喎，你失業借唔到錢。你冇 income proof。咁你唯有揾親朋友，即係自己屋企人睇下籌夠錢找個數嘅咯。最好係咁。呢個數最好嘅。哇！如果大嘅話咧，舉手啦。搞兵及市。舉手啦。搞完之後再講數。提早。再講數，另外一個問題啦。你要接受嗰個現實。哇！咁你咧就有一個警惕咯喎。一個教訓，咁到你好世界嗰陣時，你就唔好，因為你自己製造出嚟噶嘛呢個現象。人哋過咗張卡嘅啦，點解你爭卡數啫？即係你冇節制啊嘛！一做人你唔學識節制咧，好難成功噶，好難成功噶。咁啊，個撚個人都虛榮噶啦。你虛榮，你付出代價啊嘛，咁呢咪代價嚟咯。每人頭上一片天，邊個幫你啊？你記緊住，求天求地求人，求唔係啊求己，唔好撚求人。幾時都諗住自己救自己，自己行先。所以不足勝有餘噶嘛，我哋呢啲自細咧就跟到良師益友啊。嗰時我同你講過啦，我個銀行家個國仔，我哋要儲撚夠錢先推撚冧嗰啲物業再起過㗎，冇建築費唔撚搞，同埋我借錢冇撚搞嘅，咁撚樣。即係我儲夠錢，有建築費啦。我起呢個地盤要幾百萬，我儲咗幾百萬喺度啦，咁咪開工咯。起啦，然繼續收租。我又睇下邊個啲以前啲樓舊啦，咁收夠租又起第二個地盤咯。咁咁快有撚用咩？佢問我：喂，咁快做咩？佢咪撚翻我轉頭喎。冇撚用喎！我點樣我哋個家族都用唔撚曬啲錢，冇撚意思嘅喎。佢感覺佢又真係感覺冇意思嘅，因為佢唔係我哋啲人要充撐嘛，所以我哋唔撚搞上市嘅，唔撚上市嘅係有間置業公司咁啊算撚數。我費事煩啊！收租咪收租咯，喺度監獄私樓，啊，有人搞掂曬。佢有佢嘅一個生活方式，我點解要同你鬥第一啫？嘥人氣，即係話你話多人多撚過你，係嘛？你話你少咧，又更加多人少撚過你。佢成日話咧。安全最緊重要嘅，做生意都係，一做銀行家咧，會見到好多人浮沉起落。哇！點解起冚冚啦？好似嗰個咩撚嘢，正話講嗰個銀通啊，銀乜撚啊？高銀啦，咁呢啲咪乞衣咯，係咪啊？吹撚曬雞啊，係咪先？而家咪吹雞。你嗰啲咩中國首富好撚多吹雞啦。上海首富吹雞咯。嗰個就貶義嚟嘅啫。佢俾人叫上海首富，即係等於人哋叫阿柒俄特首叫土打得，係恥笑佢啊嘛！當年好打得個名，係當然啦，唔係話佢真係好打得啊嘛，貶義，貶義嚟㗎嘛！你佢自己當真嘅咪戇鳩，一打到歐盟點佢名制裁啊！屌你阿媽呢鑊大鑊啦，歐洲都唔去得啦，屌你阿媽家屬謝禮啊呢鑊！
好撚搞笑啊！香港真係好撚搞笑，冇事搞事，小事啊變大事，係咪？人哋啊，人哋話做政府呢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你問下啲老前輩啊，當日拉嗰個大馬做馬案，由元龍嗰落撚曬鑊噶嘛？話一開花一查，我屌大撚鑊，成100個馬主有份喎，財政司都話有份喎。我屌你有冇咁多高官有份喎？又得收撚到情報？喂，阿督爺唔係喎，屌你乜咁撚多人有份喎？陳伯伯，我咁撚大鑊啊！冇撚啦，得啦，我聽日叫佢復得上嚟，咪叫阿基達上嚟。我哋醒醒目目，你諗撚掂佢大事化小啊，小事化無。噏一句咋，冇嘢講，飲杯咖啡。乜基達揸住支雞毛當令箭，咪成個花都高撚時咗咯，冇人再告。由袁弘咧就話有張醫生紙話佢老母唔知幾多期 cancer 放鳩埋咯，咁撚樣啊大佬，掃撚曬百幾人入去間房有咩益啊？變咗個醜聞嚟啦嘛，啱唔啱啊？事實係要噶，但係你社會唔知嘅，係唔使俾你知，唔使俾你知。第二個問題，嗱咁有網友問啦。佢父母唔肯打疫苗，點算喎？唔打咪咪撚打咯。點解要打？啊，呢個佢嘅問題啦。你唔可以強迫佢打啊嘛。嗯。咁你最好咧就叫佢做好啲防禦工作，跟住咧就佢係提防佢出門咧就要問個醫生。佢醫生，哦，佢唔打，咁啊證明佢有個程序啦，要攞好多嗰啲監察證明啊。證明佢冇事啊，可以有咩渠道咧？佢都仲可以出門嘅。最好有醫生證明佢唔適宜打針，或者超過嗰個年紀啦，65歲以上，喂，我唔打喎。咁你咪揾個醫生攞張證明。即係呢個真係冇必要勉強。嗯。哦。人哋啲有效。係啊。咁咪政府而家鋪天蓋地咁樣谷你啲人打針啊！我呢個政府嘅事啫，你自己有路啊！嗯，政府買咗咁撚多疫苗喺度，咁撚叫你打，叫邊個打？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問題問曬啦，咁今晚有啲乜嘢花絮咧？今晚啦，博士揀咗一啲英文歌啦，《Let Me Start Slowly》，咁又有日本嘅傳統舞啦，咁日本舞要睇噶。因為你看到他們那個日本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其實中國如果學習是要向日本學習，就算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都是在日本很多留學生回來中國，對不對？他搞搞一下不知道怎麼搞了俄羅斯出來嘛，你看日本人那種精神，一千年來沒有換皇帝的，那傳承沒有斷的，他的幕府啊、爭權爭勝都是幕府的事情，那天皇出來都穩定到社會了，有秩序，有禮貌，那個社會沒有秩序怎樣？有秩序是不是好過沒有秩序先？不知道，你不可以學西方世界那種遊戲的嘛，那些不是我們玩的遊戲，特別美國文化，美國本身沒有文化的，只有200多年，是不是？剪了剪爛條牛仔褲，屌你媽當有型的嘛，美國佬叫面懵當有型的文化，很撚殺的，在中部的美國佬戇鳩鳩的，只有很少精英的，但是那精英不是美國當地人來的，他用移民政策摸曬人啲精英嚟嘅咋，你唔好當係佢自己本，佢本都過戇鳩鳩噶。好樹噶。係啊，你唔好搞撚錯啊！好撚笨實噶。乜未必？有80%人冇護照噶嘛？美國。又成世未出過去啊嘛。係啊。咁差啊！80%人啦，冇護照。佢真係唔使出嚟走嘅喎。他跟加拿大一樣，在家裡蹲在那裡，
睇下邊喺度賣嘢平豆領，問撚暈曬啦，邊檔嘢平咧？咁樣佢寫撚低曬，揾一日咧得閒咧就開架車去撚到嗰度咧就買撚齊佢最平嗰檔。又走去泉州。佢當閒賺撚咗嘅。泉州。或者儲啲嘢咧有分嘅，咁啊就係佢嘅時間就用喺呢度，知唔知啊？咁安樂。係啊，係咁樣樣噶。同埋係自己顧自己噶，所以兩仔爺食嘢都要及錢噶嘛，啱唔啱啊？係啊，每一個國家有每一個特殊嘅情況，所以我哋中國人有自己中國文化，但我哋中國文化咧係要好多，仲有好遠嘅路要做，成個國家咁大，都冇一套國家嘅禮服。人哋每一個國家咧有一個民族服裝啊嘛，代表個國家服裝啊嘛，啱唔啱先？中國冇喎，冇一首正式嘅國歌。有一首唔好啦，連你知黨旗都係俄羅斯蘇聯噶嘛？咁突然間你共產黨係成日改革嘅、搞革命嘅人，係咪要與時俱進，要重新整個支靚啲嘅黨旗咧？仲要用個錘仔鎗刀咧，夠唔夠藝術感咧？個美感咧？我哋中國人好撚依戀嗰啲古老嘢㗎，係我障礙我哋前進嘅。喺個顏色嘅學問嗰度，係咪要搞到紅當當咧？俾人笑㗎，一行出世界舞台，傷個黑板。不是講事亮爆你自己都話你文化自信人家當你文化自足啊，不是自信啊，你要反省啊，共產黨你要帶頭做強大國家，你要在個文化藝術啊很多方面呢你都要帶前，你不前的你都代表中國的衫都沒有，不要墮落嘛，不要落後啊！屌你喺五十年不變噶嘛，你邊度開會嗰個舞台？簡直笑啊！你睇翻五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前，唔好講話四九年啦，你由五十年後開始，佢嗰個開會個舞台啊，冇撚變喺度啊！啲燈影啊，嗰啲型格啊，即係話你冇撚進步，冇撚進步。等於新界嗰啲祠堂啊，冇得喐，冇得喐嘅，連到就算你中國嘅幫會，你有冇到今時今日擺香堂都話反清復明咁撚戇鳩啊嘛？咪得撚罪人啦！你問啲幫會大哥啊，點樣？真係仲係咁講嘅咩？係啊，清都冇咗啦！是王子斬雞頭，屌你媽反清復明㗎，好撚戇鳩㗎！咁正，冇人改啊！權威啊嘛，傳統啊嘛，傳統多啲，係嘛？唔係點啊？死走去改啊！你邊度敢改咧？你唔反清復明咁咩啫？唔係啊！你好撚簡單，我哋一個要面對一個實事求是，對個社會文化。所以點解而家我又設計嗰個咁嘅圖騰出嚟，代表嗰種信仰咧？冇人敢改，咪我改咯。我做衰人咯，燒易經咯，送到真經俾中國政府咯。以前唐三藏攞撚錯經，係我講啫嘛，世界冇人講噶，得撚罪曬啲人啊，得撚罪啊，得罪你做咩？佛祖交代噶嘛，屌你乜你要挑戰傳統噶嘛，唔好相信權威噶，要懷疑噶，叫啲弟子連佛祖講嘅説話你都要懷疑。咁你先進步啊，大佬！猶太人都幾叻㗎，猶太人梗係叻啦。用到佢都好叻。第二個問題，唔係要慳花水。花水花水咧，仲有五十年代六十一九五零至六零嘅演奏啦，黃月生嘅音樂啦。哦，呢個要聽啊！黃月生好聞名㗎，所有以前嗰啲大老官就當係跟黃月生學過唱嘢咧，作為一種履歷嘅。響到啊！
你哋跟邊個唱學唱嘢啊？哦，黃雨生有份啦，咁哇，咁咪有江湖地位啦。所以個個仔係拜下師嘅。跟住博士揀咗梁紅旗啦，同埋一個電影嘅推介《永恆》嘅。喂，《永恆》要睇，如果你介紹朋友睇完咧，就包你唔會失戀。想失戀咧，都輕啲。唔會咁傷心。更加唔會傷心啦。好啦，推薦下個大細超台啦。特別我哋嗰啲台友，你介紹到朋友嚟聽節目咧，你誒當做善事嘅。一個你係幫一個人咧，加強佢嘅視野觀念。好似今晚我哋鋪咗上去咧，叫人祝福嗰啲先人嘅今日。每一個月我哋兩個一個月有兩日嘅良辰吉日。每一日咧，大家瞓醒覺咧，好多新聞睇嘅，睇唔切嗰啲人好似係嘛？即係話打開我哋個台睇唔切，好多嘢又新鮮。就我自己都咁多嘢啦，啊！今日我播咗出嚟啦，啊！港媒南方同我哋嘅淵源，啊！琴日可以講我嗰張放生嗰張台啊，我個紫檀嘅台嘅淵源，又講我啲藏畫，每一個行業咧都好多學問。喺唐朝開始有人學假畫噶啦，有冇假畫？一早有噶啦。佢通常咧就宋朝咧就冇唐朝，元朝咧就冇宋朝，嗰家民國咧就冇清朝，一啲紙仲有喺度啊嘛，你啲畫紙咧係現到邊個年代噶嘛？你明唔明我思啊？你冇咗個朝代嗰張紙，你無屌你乜張紙都唔係嗰個朝代嘅，你點冇咧？回南方啊嘛，係啊，深奧噶，所以咧就。大家大細超台，咁我哋每個禮拜有好多嘅新聞短打嘅，對嗰時事咧我自己評論，有我自己嘅觀點睇嗰啲角度，因為個世界而家咧喺個錯誤嘅世界，咁多假象嘅世界咧，有陣時你賠啲假先得噶嘛，你唔賠啲假你做唔到工作喎。你陪佢假假下，連自己假撚埋就撚大鑊噶咯喎！咁呢個就係一種大嘅學問，就係話咧補充你喺學校學唔到嘅。就算講江湖嘅嘢，你揸人錢，人哋嚟林紅友點樣處理咧，都一種學問嚟噶喎，係嘛？所以我哋大細超台咧提供嘅係次文化嘅學問，唔係主流嘅。我講粗口都係學問嚟嘅喎，幾時講幾時唔講，邊個場合要講邊個場合唔講，都係學問嚟嘅喎。講粗口唔好聽咧，都係學問嚟嘅喎。咁你咪叫嗰啲朋友同學參加個台咯，$20，如果使唔起嘅，你咪送一個月。等佢有冇興趣聽落去啊？呢個最緊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呢個月有個生日會，咁我如果台友同埋我啲學生有我特別搞嘅，而家每個月搞一次嘅，因為恢復嗰個孝道文化，無論你阿姨、你阿婆婆或者阿公、阿嫲、阿爺。或者你父母，或者你長者，而家你搞生日咧，大羅大鼓好嘥錢啦，又無謂啊。咁你咪有幾多個人嚟報咗名，或者你要一位，我哋全部都好平，差唔多唔會超過$200一個。咁啊，嚟請你啲老人家一個孝道，同佢做生日檔慶。咁喺呢個月生日嘅人。我哋每個月都有一日，咁我哋會預早咧就公布下個月幾多號，因為要揀日子嘅，即係揀邊個禮拜咧，邊日咧比較好日流，咁嚟到幫人祝福下，咁我自己又送啲禮物出嚟，俾人哋抽下獎啊！呢次我都會每台擺一隻玉鴨俾人抽獎，你抽到咪好彩咯，有啲屋企人中意㗎嘛，
或者有啲翡翠嘅食物啊，俾人中獎咁抽獎，即係等於你有個心啊，對啲長者，佢細個照顧你，呢個係收福嘅行為嚟嘅。而家我覺得香港人唔夠福氣啊，咁辛苦嘅搞撚到，揾份好啲嘅工啊揾唔到，買間屋又屌咧，儲嚟儲去儲唔撚掂，係嘛？有份好嘅工又做唔撚得耐，屌咧無撚端端咁又屌咩公司話裁員啊裁到自己，但我啲學生個個幾好運啊！裁員唔裁佢喎，仲升級喎，屌咧笑撚死喎！佢走嚟多謝我嘅啫，係啊，我女仔個老婆啫嘛，係啊，升級啊，笑撚死！因為佢嗰啲歐洲大公司啦，咁佢真係做得嘢。當然啦，係嘛？佢唔係本地公司。咁啊，仲有咩問題？我嗰部節目啦嘛。花水係唔得啦。咁啊，下個係下次係幾多號？22號。又再見。處變不驚，人生咧山唔轉啊，路轉路唔轉啊，人轉人轉啊，水轉。啊！喺而家今時今日氣氛咧，保持個平常心，因為轉朝換代啦。既然間我哋中國政府要將香港染紅嘅，佢染紅唔關你事噶，咪有染紅咯，關你咩事啫？我唔玩呢套遊戲，人哋唱紅歌咪好去唱咯，做好自己，攞多啲時間學技能啲。真係噶，做好自己最緊要，其他乜嘢都係假嘅。如果你俾佢干擾咗你個心境，唔安樂，或者瞓唔著，或者好冇癮，咁啊自己首先吃虧喎。佢哋嗰鬥爭文化咧，佢搞鬥撚到你咧，騰雞咧，佢哋覺得好撚興奮嘅喎，咁撚古怪喎，佢哋心理唔平衡㗎啲鬥爭文化。鬥撚到人咧，佢哋有一種快感噶，所以你唔好輸俾佢，你就當若無其事，坐喺度戇鳩。係啊，呢樣我係一個樣板嚟嘅。我入撚到去共產黨世界，我你勾你鬼反啊！我做自己嘅工作，佢哋鬥我唔撚到噶，因為我都冇同你爭利益，你鬥我把撚咩？啱唔啱啊？我做工作，我話點解你哋主辦得你自己寫得啦，唔撚使話俾我聽。你中意寫話我贊助單位，你又寫唔寫啊撚就。我都唔係為咁嘅嘢翻嚟喺國家做工作啊嘛。我就係中國人，一定要有文化，一定要有教育，一定要正確知識。因為中國幾千年來咧，太多沉積啦，好多似是而非嘅學問。正話簡單講一句啫嘛，到今時今日。你入幫會都仲要話反省復明，搞乜撚嘢啊？屌你係咪？係咪懵撚咗啊？你班友係好多咁嘅沉積文化㗎，特別喺農村啦，你喺新界入邊都係啦，係無厘頭㗎嗰種嘢。佢啊公傳低㗎啦，冇人敢改。呢個唔係藉口嚟㗎嘛，你係現代文明人啊嘛。個社會而家成部電腦袋喺個袋度咯，去撚到發展到。你十幾年前你點會諗到個電腦袋喺個袋度啊？咁撚大部嘛電腦，係咪啊？點會諗得到個電腦袋喺個袋度咧？咁你都唔撚與時俱進嘅你個國家，咁你咪輸俾人咯。輸俾人應該嘅，你冇撚得怨嘅。你習近平都唔撚使喺度怨話技不如人，你係輸就輸噶嘛。我想同你美國老豆話大做大哥啊，你咪做撚埋佢咯。哎，我做阿姨得啦，你有水啊，唔該磅水，冇水啊，散水，幾撚穩陣啊，啱唔啱啊？鄧小平好撚聰明噶，佢講過噶，個世界上埋美國佬堆合作咧，個撚個富貴。如果中國第二次嘅大戰和平，唔係蔣介石、毛澤東兩個撚樣爭權，一早入聯合國啦，埋撚埋美國埠啦，美國又富貴啦，幾時兩撈架仔啊？中國咁撚多人嘅生產力，做啲美國貨，點會成個亞洲周圍燒啊？發撚咗達啦！兩個冚家產，中國人就俾啲咁嘅撚樣軍閥啊！屌你又冇喺
在那裡搞鬥爭而已，老百姓就撲街了，搞到現在還到尾，中台問題，有幾人手尾長啊，對不對？是無能為的，屌你老百姓就受苦了，他兩個撚樣，屌你老母爭權而已。一早中台合作一個國家，哎，聯樓執政啦，咁屌你老母冇事噶，大家玩啲啦。嗱，點解我玩十年蔣介石，你玩五年好啦，我做大哥。你國民黨玩五年，我共產黨玩十年，我地盤多過你，打撚低你，咁都冇事噶喎。咁啊入聯合國，跟住又同美國合作，美國發達啦。咁啊，中國做正式嘅加工廠由嗰陣時開始。哇！全個亞洲打到散撚曬嘅，你話幾撚多嘢銷出口啊？啱嘛？百廢待舉，屌你阿妹！咪就呢啲撚樣爭權咯，當真撐凳仔坐，爭做大哥。屌你阿妹！搞到中國幾撚殘忍啊？知唔知啊？真係冇撚興噶，所以我哋提倡佢話：你搞個中華聯邦制。屌你咪你互不侵犯，啊一個中國九二共，而家講翻啦，九二共識啦，要和氣啦，有兩冇撚搞乜撚嘢，嗰輪又話武力攻台啦，搞得兩搞自己嗰只咁嘅神龍茶，噴黑煙啊，當堂唔係撚搞事啦又，咩搞笑啊嘛，真嘅冇撚所謂嘅，因為你係為個國家人民謀幸福啫嘛。梗係啦，屌你咪你搞鬥爭，屌你台灣啲唔係中國人咩？係嘛？益撚曬啲鬼佬啦，年年同佢買軍火，屌你啊，唔好係多撚魚嘅，啱唔啱啊？一定要團結㗎，嗬！我係咁多，下個廿二號機。22